Hello，大家好。大家好，听得到声音吗？你看，音乐可以停止一下吗？Hello，大家好。嘿，大家好。你好。几点吗？大家好，真高兴看到大家。嗨。Hello。嗨。看一下哈，我们刚刚临时那个连接有那个几个老师一下子没有找到，所以我们刚刚耽误了一点点时间。不过我们现在也很准时的开始了哈。好，看到线上好多朋友，真高兴。就我所知，我们现场有一个，我们今天的安排的时间是特别安排在每个世界上几乎每一个时区都可以参加的时段哈。当然台湾跟欧洲可能时间是最适合，是在中午的时候哦，然后跟晚上的时候，然后呢，美国东岸、美洲东岸也不错哈。大概是现在是早上9点左右嘛哈，但是呢，我知道我们现场有一位来宾，他是我们在温哥华的前辈蔡芬松。我记上，我记上是今天最早上来的哈，他而且他的那个时区现在是刚好早上，好像5点哈，所以也很现在感五动。点，对，谢谢大家来参加哈，那我们现在马上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会议。那今天大家很高兴看到大家，尤其我们很久都没有见面了哈。那我们今天的座谈会哈，我们走的是春天路线哈。我还特地去买了这束花，因为大家没有办法来欧洲参加我们的会议，我们想大家应该要感受一下我们欧洲的春天哈。所以我们特地在现场放置了我们欧洲常见的春天的花朵。让大家一起感受一下，但等一下我们还可以把它拉进去。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座谈。那今天是我们世界台湾同乡会联合会的台湾重庆可以岛屿新坐标的系列活动的第一场活动，也就是草原和院士的隐藏文本。现在，如果大家目前没有讲话的，可以先把那个麦克风关掉，关静音，这样子的话，现场会比较没有杂音啊。然后呢，这是我们的系列活动的第一场活动哈。那我们以《草蛹和院士隐藏文本》这部纪录片开始，然后纪录片已经在线上放映了差不多一个礼拜了。然后我们接下来还有今天还有下个礼拜六啊，都是同一时间。都有一场座谈会。第一场座谈会，我们想要聚焦的是曹永和院士个人的经历，还有他所处的时代，还有就是被称为"斗嗓"的时代，这一个世代台湾人的图像。那第二场，我们要讨论曹院士的台湾岛史，他所提出台湾岛史的意义，还有对30年之后台湾史学发展的影响。然后呢？我想要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我想在会议正式开始之前，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哈，然后也顺便介绍一下我们几个座谈会的规则。我们今天的工作人员包括策划部，对这次活动策划非常是主力的，吴冠伟同学，吴冠伟是波鸿大学的历史学博士生，他在哪里？对，冠伟跟大家打个招呼，嘿。出个声，嘿。然后还有林宏璇，林宏璇是哎，在大家好。德勒斯登念化工，他是你化工系已念经理论教化完学论博文的士，博士，还是还没教完对。理论化学博士，教授正在 review。？OK，所以你已经教了。OK，对。还有陆燕琪，陆燕琪是我们的学术部负责人。他这次是我们的幕后指导，燕琪在哪里？燕琪不在，看不见。然后好呢，像，还有我们的林，燕琪，燕琪在哪里？
然后还有我们的幕后的技术指导林碧玲，碧玲在哪里？碧玲在上线上了吗？碧玲在线上吗？好像还没在线上哈，他是在加拿大。哎，对，好，那我们第一个规则就是今天我们的座谈会进行的话线上会，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要讲话的时候都请关静音哈。要不然的话呢，我们今天呢，我们有很多工作人员，包括洪璇跟燕琪，他们都是专业的静音者哈，他们会替大家静音这样子。然后呢，我们看我们今天的活动方式就是以座谈的方式进行。那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要发问的话，好，可以等到最后。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会由我跟三位我们的来宾一起就一些特别的问题来进行作答。那相信之后呢，会有非常足够的时间让大家发问。要发问的人的话，请在留言板登记，好，然后让我们的工作人员依照顺序，等一下就可以。您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写出来，让我们的工作人员朗读。那你也可以，就是只要登记说我要发言，好，那等到被叫到名字的时候，您再自己把麦克风打开再发言。那等到这些登记的人都问完了之后，如果还有时间，您还有临时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开放让大家举手发问，好，那时候大家就可以举个手。好，那如果大家现在要试一下留言板的功能的话，可以在留言板一下留下说嗨大家好，我是哪里来的谁这样子。然后呢，你可以方便试一下留言板的功能，一般方便让我们知道说让自己也熟悉一下这个操作。好，那我想现在一开始我想介绍一下我们三位今天非常难得请到的来宾。虽然疫情的关系让我们没有办法亲自跟他们聚在一起，但是呢疫情也让我们发现了人间的其他可能性，就是我们即使远隔千里，即使远隔非常不同的时区，我们都还是有办法可以大家聚在一起，然后经由现在科技的帮助，我们还有我们可以有办法举行这样子的活动。那我们第一位想要介绍的就是今天纪录片已经在网上放映的纪录片《曹玉院士的隐藏文本》的导演陈立贵，陈导演在哪里？我好像看不到他的影像了。陈立贵导演跑到哪里去了？可以出个声音吗？怎么影像不见了？等一下，好，那还有第二位就是我们的詹素娟詹老师，也是中央研究院历史台研所的台史所的副研究员詹素娟詹老师，詹老师帮我们大家挥个手好吗？詹老师，哎，你好，哎，可以出个声吧，出个声让我们大家看一下你的存在。讲话听得到吗？大家好，谢谢。好，大家好，大家好。好，然后还有我们第三位吴瑞仁吴教授，也是中央研究院台史所的副研究员。哎，吴瑞仁老师也出个声音，他是这个，哎，听不到你的声音哦。吴瑞仁听不到你的声音，你要开麦克风，听不到。哎，听不到，麦克风开了吗？还是听不见呢？瑞仁老师可以再试一下麦克风吗？听不见呢？听不见。冠伟，你帮一下老师哈。老师好，这边麻烦您可能再看一下，左下角的麦克风这边有没有去那个麦克风切到您的接收的麦克风，您可以选择一般的麦克风。
我们上次试的时候没问题。对，老师可以选择系统设置的麦克风，它应该会抓得到声音。我发现陈立贵老师来到现场了。啊，对，还是听不到吗？哎，啊，听听得到到了，的，听嘿，到了，罗老师好，好，sorry，现在可以了吗？现在可可以以哈，了，听听得到，非常清到，楚。有缺一不可，OK，好。好，那陈立贵导演也已经重现江湖，跟我们发个声音，试一下麦克风，听不到，他还是静音哦，嗯。嗯，你要开，打开麦克风，现在目前好像是静音。还没，喂喂喂，哎 可以对，了，我听听到到了。啊，好，刚刚不知道怎么搞，就自己就断线了，嘿嘿嘿，对，哎，有点可怕。嗯，好，还好，一切都还在我们的掌控范围内，OK。那么，我想，哎，今天这个，我们的，现在跟大家再报告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纪录片呢。他现在我们已经在网上放映了一个星期了哈。那我们昨天我刚刚上去看，已经有超过650位看过这部纪录片啊。我觉得非常高兴。然后呢，我们很高兴今天可以请到陈立贵陈导演来为我们再讲一下他的这个纪录片哈。那我想我现在就直接开始。哎，立贵导演，您好像本来是学外文系的嘛？那为哎，什么对。会走上电影这条路？您出国，您是美国到美国以后，在德州奥斯汀念的电影，对吗？为什么会走上电影这条路？我为不什么是会念选择？电影，对，我不是念电影的。OK，我在那个 Austin，我念的是那个视听教育。那念电影的是我的先生，嗯。那为什么但会是走上后来这条路呢？人生都交换了，本来是我的教书，哎，对对对，他要拍电影，后来变成他的教书，我来拍片子。哎 对，那为什么会成为一名纪录片的工作者，会走上拍纪录片之路呢？那我经常笑称说，这是我的人生的一场美丽的外遇了，因为他既不是我小时候作文部上的志愿，那也不是说我人生。这个长大之后，我的人生所设定的终极目标，这样本来不是这样。那但是就是说，一切都发生在那个1989年、1982年，我那个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就是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这样。那这个转捩点就是说，我的思想受到了启蒙，这样，就是说我本来是党国教育底下的乖乖牌好学生，那可是因为到美国留学，然后就认识了一些不该认识的人，然后就开进入你的始先生学吗？会思考，哦，认识了一些黑名单的人士了，对。然后就开始会关心台湾历史、台湾的社会与政治这样，然后就说，其实这是一个还蛮漫长而追星的过程。但是我在想，我就不多讲了。我们今天要把时间多留给吴瑞仁老师跟詹素娟老师，他们我觉得他们两个精彩的这个讲者，他们才是那个我们这个座谈的重点。那总之就是我在美国7年的时候，我的思想认同上有了巨大的改变。那就说那时候我们几乎每个礼拜都会看两三场的电影。那所以那时候我在出国前我不知道什么叫纪录片，然后也是因此认识了纪录片。那时候我就发现说，哦，那时候我其实有看到一部的纪录片叫做《The Real Thing》，它是记录那个瓜地马拉可口可乐的公司，然后那个工人在抗争那个资本家那个恶意官场。然后他因为他用的那个影像哈，他就把那个可口可乐的那个暗红的汁液哈，跟那个红色的招牌，跟那个工人被那个警察那个殴打，然后血流如注的那个那样做一种对比，然后就感觉那个影像的那个穿透力非常的强，然后影片给我很大的震撼，然后我就觉得说纪录片其实还蛮有力量的，所以那时候就其实有一种自我期许说。也许回来台湾之后要用那个拍摄纪录片作为我参与这个
台湾的社会运动跟民主运动的一个方式，所以就回来之后就一直开始拍纪录片到现在。所以其实你是先从你的社会观，社会对社会的关怀，对于社会运动参与的这个热情，然后你选择用纪录片的方式来表达，来参与这个运动。对，可以这样讲哈。那其实我们观察，就您说《曹永和院士》这部纪录片是您拍摄的台湾人三部曲中间的最后一部。其实我后来发现，你拍摄的，就是说所谓的斗赏时代这个时代的人物，并不只有这三部。其实我们严格讲上，还要加上蔡阿信跟蔡瑞月老师的两部纪录片。我谢谢你把我加入这样，不然我觉得这三部曲都没有女性。对，所以其实我们严格来讲，我们讲斗赏时代只是一个名称哦。我们今天的斗赏还包括，我不知道妈妈的日文怎么讲。我妈妈的日文。大赏。大赏。大赏。OK。OK。所以其实是斗赏跟大赏的那个年代。卡赏。K A A N。哦，卡赏。哎 ，sorry。哎。那所以其实。你拍了总共有五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世代台湾人的纪录片哈。那我还记得我看到蔡瑞月老师那部纪录片《暗梅的月亮》的那个纪录片哈，我的那种震撼哈。我觉得说立圭导演的整个手法是非常特殊的，他从他拍蔡瑞月老师的纪录片，他从刚开始。蔡月瑞老师在回台湾，从日本回台湾的船上，这样翩翩起舞，一个非常无忧无虑的少女，对于家乡的憧憬跟未来的憧憬，然后在船上这样翩翩起舞，非常很自然的就随着海风，随着音乐跳起舞来，然后到最后一幕，蔡月老师已经八十几岁了，然后拄着拐杖还要在还听到音乐还是要站起来跳舞的那一幕，让我觉得留下我非常大的。非常大的冲击哈。那这部《曹永和院士》的纪录片也一样，让我们有在很多的角落都发现到导演的用心哈。那我也就很好奇哈，您好像在拍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您还不认识曹永和院士对吗？对，就是说在拍摄《曹永和》纪录片之前，其实对曹老师的认识是非常的粗浅的，就是说。我大概在那个2003年到2005年的时候，我有参与那公共电视有一个系列的台湾史的纪录片，叫做《打拼台湾人民的历史》。然后那时候对，那时候曹永和老师他是我们那个顾问团的召集人。然后那个顾问团就是包括那时候的一些那个大台湾史学者了哈。然后我们每次开会的时候，那个会议是做成那个么字形的，那么字形的那个直线的那一端是那个公司的这个他们的官方代表，然后那个前面那条就是顾问代表，我们这边是那个制作群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们开会的时候其实隔得相对的非常遥远的距离这样子。那曹永和老师他其实他虽然就是说非常的德高望重，可是他就是人又非常的谦虚，所以他其实很少讲话。那所以我在拍摄这个影片之前，即使在那个时候有几次开会跟曹老师有接触的经验，但是就是说对曹老师的认识是跟大家一般人的认识我觉得没有差太远，就是说他是自学苦读，是台湾史大师，是荷兰文专家，然后中研院士，那其他的细节其实我是不知道的。那我就很好奇哈，像我会想象说您就好像一个画家一样坐在一幅白色的画纸上面，你是怎么样开始去认识这位人，然后想要说怎么去了解他的生命故事，他的学术经历，然后他的整个学问的重点，然后您又是怎么样去选择要把哪一些画面呈现出来，把哪一些情节呈现出来，像这些准备工作还有您在取舍的方面，你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可不可以简单的跟我们稍微聊一下这样。好，
就说其实在那个我在2015年拍完那个苏炳欧丽桑的纪录片《革命进行式》的时候，就有一个教授在那个英国那个伦敦政经学院的施方龙教授，他就来跟我说曹永和基金会可能会请我拍这个朝元式的纪录片，然后可是一直要到2016年的时候，这个那个曹永和基金会才正式的跟我联系讨论拍摄这个纪录片的事情。然后后来那个之后我们正式决定要拍之后，我其实我第一个请益的对象是那个乌蜜草老师，那因为跟乌蜜草老师比较熟，所以这是一个私下的一个不是正式的访谈，就是一个一个吃饭聊天这样。然后他就对我讲了这个延伸成一跟曹老师之间的这整个那个过程，还有那个包老师跟那个老师之间的这个 story。 然后我听了其实我非常的感动，我就觉得说这真的这种不分国籍这个提携后进的这种情谊真的是非常的感动。然后后来我又阅读了这个就是张素娟老师啊，还有那个钟淑敏老师他们所撰写的，就是中研院所出版的那一本那个曹老师的口述史嘛，那还有那个联合报的记者所写的那个曹老师的对他的传记了。然后那个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最初我的构想就是一部非常励志的纪录片。我记得那时候我在我提出我的那个拍摄的企划时候，我那时候说是这样写的，我就说曹永和的青年时期他曾经是一位考场的常败军啊，他是一个生命的骨舌，但是他凭着自学成为一代史学宗师，那一生的故事充满传奇与励志能量，他曾经得到贵人的提携，也曾经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那我们纵观曹永和一生的学术历程，看到一个史学，我们可以看到史学者跨越国籍提携后进的光辉人性，也看到国际史学者跨越年龄与地域互相协作完成重要史学研究计划的典范。然后我们更看到一个沉默的史学者以一生的认真与笃实将台湾史研究提升至一个国际关注的高度。所以我最初的构想就是说大概将曹老师的生命故事分了几个大部分嘛，其实这个好像后来也是变成官网上面的宣传文，延伸教授的结构。哦，是吗？对可是后来你的方向有点改变是吗？对对对，那可是就说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这部影片就会跟口述史就会很像。那后来我就记得说我们有一次在那个基金会的董事会，然后张龙志教授也提到说这部纪录片和口述史会有什么不同。对，那所以我也这样问我自己，就说这个纪录片和口述史有什么样的不同这样。然后后来有一次那个跟李玉忠老师在聊天的时候，他就提到说曹老师的表面上看起来很文静，可是曹老师很喜欢看相扑。看什么？那是相扑。很喜欢看日本相扑。对啊、OK。那这就给我一个想法，我就觉得说或许曹老师他平静的表面下他是不是有某种的内在的浮流在涌动，可是这是我们不曾去了解到的，说不定该去找出这个浮流。对，那后来那个就开始做这个田调采访，然后就其实就是说感觉到曹老师的生命中也有一些矛盾的存在，比如说他是一个史学者。对不起，我喝一口水。好，没问题。说他是一个历史学者，但是他从来不公开谈论政治。然后我们在访谈的时候，苏炳欧丽桑他也说，曹老师一看相熟，然后我们在那个纪录片里面，那个我们也听到这个谈话。然后他的儿子也说他比较明哲保身这样。那他的学生。可是他的学生却说他私底下他会推荐他们读王玉德啦、史林啦，还有黄昭堂、徐世凯
等的书籍，他会介绍给学生阅读。所以就是说，我们觉得说，他虽然他虽然不公开谈论政治，可是他不表示他没有政治立场或政治态度。然后在阅读一些文字当中，也发现说，曹老师他自己曾经多次提起，他第一天到台大图书馆上班的时候，那时候校门口有卫兵，然后那种气氛是非常肃杀的。对。然后在访谈曹老师家人时，也谈到二八时期他不断烧书的那种惊恐啦，还有他好友在二八事件中被捕，后来被处死。那我们就可以想见说，在白色恐怖蔓延的时代，那曹永和他又是他在台大图书馆上班，那几乎都是以外省族群为主的这个公务体系当中，我们可以想象他其实是活的应该也是有点战战兢兢的，小心翼翼的，就是当时的台湾人的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其实应该很多人辛苦 有同样这样的一种处境的。那他的太太的闺蜜其实就是曾文慧女士，那李宗慧先生就是李宗慧，对，前总统的夫人，对 对，他们是年轻时候还是蛮熟悉的朋友，所以就说李登辉的前半生其实也是不也是如此嘛。那后来就是说在访谈吴瑞仁老师的时候，他进一步谈到说曹老师那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其实都有一个表层文本跟一个隐藏底层文本了哈。那我是觉得说我听到那个吴老师的这个说法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这个说法其实给曹老师看是矛盾的人生哈，有一个很合理的解释。那所以我们的影片就在那个曹老师的这个生命故事中就拉出这样子一个隐藏文本的这样一个轴线了。那对我来说就是说一个安静的学者，一个不涉政治的学者，可他就在九零年代的时候透过张素娟老师的好学生发表台湾导史。那是和李登辉他在九零年代开始掌权之后，然后就大刀阔斧的推动以台湾为主体的民主改革，这我在就我而言，我是觉得说这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因为我也拍了我的纪录片嘛哈。那所以那个这个吴瑞仁老师的这个底层文本的说法，就让曹老师的矛盾之处，我觉得啦，有了一个很美好而且很合理的一个解读这样子。所以我是很感谢吴瑞仁老师，我说每次访问他都会有。都会成为影片的亮点。所以所以您拍完这部电影的就是这部电影在台湾已经放映了嘛，好，那您在台湾有没有接受到什么样子的 feedback， 就是说带他的家人他的朋友或者说观众有没有人给你一些不一样的回响？那个影片放映之后呢，当然就说有一些朋友，或者说其实即使在这一次的那个线上放映之后，又有一些不认识的朋友，然后来跟我加连友，来跟我说他们看感动这样。我想这些很温暖的回馈，我就不用再提了，我是不感谢了，但是不用特别提起。我想我就讲三个比较有趣的那个回馈。有一个那个。我在日本的朋友他回来台湾的时候，我送他这个 DVD， 他看了，他跟我说他看完影片他觉得说很对不起曹永和。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过去他曾经很瞧不起这个人。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他认为曹老师在威权时代他保持沉默然后没有作为，他认为说他必然也是共犯结构的一部分。但他看了纪录片之后，他觉得说他体认到说必须也得像曹永和老师这样沉得住气，然后在威权时代沉潜自己厚植自己的实力，然后等到自己拥有发言权的时候才能发出这样如洪钟之鸣这样，然后造成历史的改变，然后也造成社会的改变。所以他对曹老师的看法应该有了180度的转变，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很戏剧化的。然后另外有一个雪梨大学的一个教授，他看完纪录片之后，他跟我说他第一个感受到的是学术的美好，这也是我没有想过的。他说他看了之后觉得说学术的美好值得用一生的这个生命去追求。
然后另一个感动点，他就说那个曹老师跟学生的情谊，情谊了，所以他觉得说纪录片的名称也许可以叫做《曹老师与他的学生们》。对，其实他就是好像还有就这个就是说关于说明哲保身，或者是说是不是时代的共犯，或者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这一代人哈？如果他们不是每个人都是冲锋陷阵的革命烈士嘛哈，那要怎么样来看待其他的这些人哈？我现在这个以后我们等一下可以再深入再去讨论他，然后等一下我们也很想听听詹淑娟老师来分享一下。曹老师作为一个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一些特别的交流 的做法，那刚刚好像还说到还有第三个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回馈是吗？哦，对，第三个其实是我在那个桃园的那个青年蓝世博，他有在那个戏院里面特别一场这个影片的放映嘛，然后放映之后呢，就有一个高中的老师，他在映画特别跑来找我，他说怎么样可以拿到这部影片，他想放给学生看，因为他说他不懂政治了哦，但是他觉得曹老师的故事非常的励志，他说给学生看非常的好这样，那所以他说他希望可以买到 DVD， 那这个一个说法其实是好像稀松平常，可是却让我有某种撞击，我就觉得说，哎，这影片的制作过程，其实我整个思考一直被 obsess 的，就是说，在这个隐藏文本这样的一个轴线，其实我竟把这个励志的故事快要忘记了。对，所以这个高中老师对我这么一说的时候，我的感觉是非常非常奇妙，我就觉得说，还好，我的初衷，我的影片的初衷，这个表层文本其实还是被看到的。对，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这部纪录片，或者是听到曹永和老师这位院士的故事，也是从立伟导演这里哈。立伟导演那个时候应该是你在拍完纪录片从荷兰回来的时候到我们家来做客哈，然后那时候就提到说，哎，你去荷兰拍这部纪录片，我就觉得好惊讶，居然有台湾有这样子的历史学者哈，然后。从来没有念过大学，没有受过任何学术的正规学术的训练哈。那一个人可以学会，他会讲日文，当然不用讲哈，日文、汉文，然后英文，然后自学荷兰文，好像法文、德文也会哈。那荷兰文，还有什么？还有好像西班牙文，西班牙文啊。那任何一个语言呢，这里面任何一个语言都已经会，任何一种语言都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我们学德文，大家都学得战战兢兢的，这样哈，他居然可以一个人学会这么多的语言啊，驾驭这么多语言。然后呢，听说那个时候在他那个年代，好像能够用古荷兰文做学术研究的，在全世界也不过只有六个人，听说啊。那曹永和老师就是其中一位啊。那他后来也就是说，他不但就是说他的研究成果不但得到日本教授的赏识，然后他让他以一个图书馆员的身份出国，然后专门由那个日本教授为他专门的授课，然后呢他也跟许多的日本学者有交流，然后他后来也得到中研院还有台大的肯定，然后中研院也破例的聘任他作为研究员，然后台大也聘任他为教授。之后的话，他也得到了荷兰女王的勋章，得到日本天皇的勋章哈。那这些都是一般人，即使一般的学术训练正规学术训练出来的人都非常难得到的光荣。他居然能够一个人哈就这样子得到这样光荣，但是我们后代的人好像。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人有多少人认识他，我本人的话就是从那个听到立贵导演拍这部纪录片以后才认识这一位老师哈。那所以我个人的话听到的时候是撞击，从这一方面来讲的话撞击也很大，但是就是看了立贵导演的整个纪录片以后，又发现了另外一个他的一个世界，就是我们说到的隐藏文本啊。
就是他们在表面上只是一位学者，只是一位图书馆员，然后在深层的内心是怎么样去面对那个时代、哦、用他们的方式、哦、那里面您也提到说他进入台大的图书馆的时候，那个时候台大其实是南洋学术，就是南洋史，在日本时代是南洋史研究的重镇，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的古书籍，然后呢好像在整个台大的地下室，人家说是黑书库，因为满满的都是书，但是没有人去整理这些书、哦、那也是曹老师把每一本慢慢的把它整理出来、哦、那像这样子的故事的话对我们来讲，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去认识这样这个世代的一个人，这也是第一次的一个经验哈。那好，我想我们也许我们在这个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座谈的那个主题，我们就转到曹老师以及跟他的学生之间的交流。那我想这方面的话，詹素娟老师是真的是最好的代言人。好，詹素娟老师，哎，麻烦你可以开一下麦克风呀，嗨，听到了吗？好，听到了。詹老师的话，他是您本身本来就念历史嘛，哈，是师大历史系博士，博士生，然后博士，然后后来也进入中研院。那您的研究的主题是族群史、区域史，还有很重要的是原住民史。好，对。那您为什么会走上历史这一条路呢？是 很自然的一个选择吗？还是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经历？今天我们的主角其实是曹永和老师，我自己并不重要。不过既然您问了，我就简单说一下。其实我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学生，在青少年的阶段。那时候对未来要做什么并没有明确的想法，要呆呆的、然后可是我会应该是说走上历史这条路应该有两个转折。第一个是去念了历史系，是我选择去念了历史，然后但我念历史只是因为我去念了，而并不表示我会做研究。但是然后后来又走上研究之路，所以对我来讲是两件事啊。好，那会去念历史系，并不是选志愿的时候被随便投放。其实是在我高三的时候，我很亲的一个舅舅，他那时候在念大学，那他特地回来找我说，要我考大学的时候要考历史系，要填历史系。因为他本人在那时候的大学校园亲身经历了校园白色恐怖。那他的老师在那个时间点被抓了，那他非常的疑惑为什么会这样子。那这个问题他百思不解以后，他认为这个答案应该在历史里面。所以他就觉得他已经没办法去念历史系，所以他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所以这样的关系，所以我就填了历史系，就因为我完全没有填其他系，我就进了历史系。那这个是就是这样子的缘故，我才选择去念了历史。那但是会走上历史研究之路，其实是跟我的台湾意识启蒙有关。因为我念了历史，跟我写了台湾史的论文的时候，它还只是一个学术领域而已，跟我的台湾意识还并没有结合。因为那时候我的台湾意识还朦朦胧胧的。那我真的台湾意识启蒙跟茁壮，其实是1986年解严以后的台湾社会政治的变迁。然后那时候我开始认识很多，就像要那个陈导演说他认识了很多不该认识的人，我那时候也开始认识了各式各样的人，在街头上冲撞的人，然后张延宪老师等等啊。然后那时候又发生了郑南榕自焚事件，然后詹义华自焚事件，然后520等等这些事情一波一波的来。然后这时候我才开始台湾意识才开始明确化并且茁壮，这时候我就认为我必须要走上历史研究之路了，要不然我没办法去回应这样子的一个冲击了。我现在觉得我们应该要
另外开一个座谈的系列，就谈我们生命中不该认识的人。因为我发现我自己也是以前也是懵懵懂懂的，然后我也认识了几个不应该认识的人，然后才使我们今天才让我的整个的思想有一点启蒙这样子哈。那那曾老师，你是曹老师的学生，那是。知道说您跟曾老师的因缘就整个的认识的机缘，然后怎么会找到他做指导老师？他是在台大跟在中研院嘛？你那个时候还在师大的历史学系嘛？哈，为什么会找到曹老师呢？在这里我要解释，有一个在1986年有一个很重要的在台湾学术界很重要的计划，叫做。台湾史田野研究计划，这个计划是由考古学家张光直院士跟中央研究院的四个人文研究所联合起来所执行的一个计划。然后我在研究所毕业的时候，就是这个被老师找去参加了这个计划，所以其实我去师大念书之前，其实我更早，我在1986年就因为参加这个计划认识了曹老师了，因为他那时候代表，当时他代表那时候是三民主义研究所，还没有改名字以前的所，他代表三研所，然后来参加这个计划，他等于就是我们的顶头上面的这个指导者啦，那我们是小朋友，我那时候就开始认识他了，嗨，所以这个田野计划那个时候是中研院的三民主义研究所。生命主义研究是其中的四个所之一啊。OK， 哎，你不要看他是三民所哈，张延宪老师就是这个所的。我知道，又非常里面孕育了非常多我们坚定的台湾意识，这样子。是。那为什么要强调一下这个所？这个研究计划其实就是现在台湾史研究所的前身呐。OK， 嗯哼，所以它跟台湾史的发展很有密切的关系。那曹老师是什么样的一个老师？很严格的老师，还是很温和的老师，还是两种都有？还是曹老师简单讲一下，严格啊，什么严厉这种事是放不在他的身上的。OK， 哎，曹老师就是一个如果我们讲有一种人格叫威权人格的话，那他就是100%的反面人格。OK， 他温和，然后对人非常的温暖，那完全没有架子。老实说我这个人跟老师不知道怎么相处。那我在找指导老师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找谁。但是我觉得跟曹老师就很谈得来，我觉得个性上很投合，然后跟老师在一起的时候，我没有什么话不敢讲，就什么话都敢跟他讲，所以我觉得蛮重要的。对，我跟老师的相处，我觉得非常的很能够亲近他啦。就他跟学生们，我想所有的学生对他的感受都是一样的。我听过一个描写，就是有人说他是一个非常文静的老师，平常都不怎么讲话，都是学生在讲。是的，然后呢，就好像在撞钟一样，然后你轻轻撞他，他就讲一点点，然后你撞的越多的话，你跟他讲的越多，然后他到最后就会有非常多的东西可以反馈回来，这样子。对，你就不要打开那个钮，你打开那个开关，他就无法不可收拾了，他就会说个没完了。那他自己本身没有受过任何的正规的学术训练，可是他怎么样去指导他的学生呢？他是拿书给学生看吗？还是怎么样？还是给一个方向，然后你们会自己去找资料，还是怎么样？我不敢讲其他人跟他的关系怎么样。我跟他在，我跟曹老师的关系，基本上老师完全放任我，让我自己去做我要做的事。那老师如果管我，我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跟他的关系比较是这样，他完全由我自己去做，然后我需要问他的时候再去找他。OK， 那我们都知道，就是曹永和老师，他其实好像他所提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也是后来影响台湾法学研究很大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所谓台湾岛史这个概念，可是他自己没有把
莎士没有把台湾岛史这个概念哈，好像把它写成一个学说这样子，有系统的把它写下来，而是好像是你们学生在跟他交往之间，慢慢去发掘出来的他的一个思想体系，然后经由就是您的那个一个访问稿，然后把这个学说呈现出来的，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台湾岛史这个概念，然后你们是怎么去发掘到的，然后你们在跟他访谈之间，然后你们之间的这些讨论，可不可以把你们怎么样去把这个概念归纳出来，或者是把它总结出来的这个过程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其实台湾岛史的这个访问的进行，是因为我在当时在编一个通讯，我在编一个刊物，那我们的刊物是三个月一期的季刊，所以总是缺稿子，那时候我就为了又没有稿子怎么办，在那边烦恼的时候，我的一个同事他叫做李继华，李继华是后来在东京大学取得东洋史博士的一个学者，但当时是一个 小女孩，那时候她是我的同事，那时候她得到我们研究室老板的同意，所以她每一周可以去台大旁听曹老师的课，所以我们会谈台湾岛史，这样用这个议题去访问她，是因为曹老师在当时的课堂上就用各种学理或者是案例在课堂上就在谈了。他是时代是哪一个年代？大概就是1990年左右，就1989年到1990年的那个时间点。然后那李继华他去旁听老师的课，那他听到老师讲这个，对他那个冲击很大，很有吸引力，所以他就回来跟我说，老师讲的东西是这样。因为事实上我虽然做曹老师的学生，但我其实没有修过他的课。然后他这样跟我讲以后，我也非常的好奇。所以我们就因为这个机缘，然后去找曹老师，然后做这个访问。那访问的过程曹老师都是轻声细语啊，然后断断续续啊，然后这个有的时候还去查一下资料等等，然后经过一个下午把他大略讲过一遍，就把他上课的东西讲了一下之后回来我们整理稿子，但是我们所整理出来的文字都有拿到他的面前去一个字一个字念给他听，让他确认过。好，所以大概是这个访问其实是因为这样子一个机缘开始的，然后才成稿。但是当然我没有预料他以后会影响这么大，完全没有预料到。您可不可以也稍微再讲一下，就是台湾岛史你是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概念？我想今天虽然不是我们的主题，但是也许给各位听众有一个简单的概念，您觉得台湾岛史是什么，或是怎么样来简单的来叙述一下它的重点？我想台湾岛史其实像现在在网络上 Wiki 上面还有很多学术界都在讨论，其实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它基本上就是讲历史不要跟着人走，要跟着土地走，然后台湾本身台湾岛屿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舞台，那所有在这个历史舞台曾经进出过的，在这个历史舞台上活跃过的，不管他的政治如何，不管他的背景如何，不管他的族群身份如何，他在这里所演练过的都是这个岛屿这块土地上的历史的一部分。他最基本的概念就是这个样子，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是属于长时段的历史，他不会去看一个事件或者是一个小的案例，然后或者是只是某一个单一的面向，它是一个比较宏观的，比较长时段的，比较受年鉴学派影响的那样子的一个对历史的理解。那我们 简单讲，其实就是说老师他是做大航海时代研究的人，他本来就是以台湾作为一个海洋上的岛屿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在思考历史的问题，那只是他把它落实下来称之为台湾岛史。
嗯哼，嗯哼，嗯，那张老师，你也曾经参与过教科书的编纂哦，还有就是课纲里面为高中老师写的书哈。那您最近和许多的历史学家一起出版了课纲中的台湾史哈。那我们已经出国很久了，我们这边很多人都出国很久了哈，高中毕业也很久了。然后出国也更久哈，然后我们对台湾目前的历史教育很好奇哈，尤其我们自己本身在台湾的时候所受到的历史教育，其实就是我们念的大部分都是中国史嘛，哈，然后外国世界史哈，然后呢台湾史其实就两页三页这样子哈，那近年来台湾的历史教育。这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知道，前几年还有就是高中生因为课纲微调的问题，还走上了街头，引起了非常大的抗议声浪哈。那老师，你目前可不可以为我们讲解一下，就是台湾目前历史教育的大致的情况是怎么样？那像曹老师这种以台湾岛为主体观察的方式哈。有没有在我们的课纲里面落实下来？嗯，或是发生影响？因为这个议题好大，我只能就我有限的了解，简单说一下。因为台湾的历史教育当中，当然原本没有台湾史这一块啦。那真正开始有台湾史纳入我们的正规的历史教育。写到我们的课本里面，而且比较全面的去写，那其实是1980年代末的到1990年代当时的一个认识台湾课本的编纂，好，那是第一波在这个国立编译馆的国编版里面开始写台湾史，然后之后台湾的历史教育就开始，台湾的教育就经历了所谓的一纲多本这种有课纲。然后有能力指标，然后现在108课纲就是所谓的用素养作为指标等等这样子的一个调整跟改正。那事实上从开始一纲多本以后，台湾的历史教育当中就一定有台湾史这一块了。换句话说，台湾史在历史教育中取得了发言权，取得了市民权。这个大概在1990年代下半开始到现在一直是如此的。那但是但问题是编审教科书的老师不一定是台湾史的人，所以他们可能在这个课纲的审定过程中以及课本的审查过程中会提出一些违背历史潮流发展这样子的一个要求跟意见，所以这才会有课纲微调的过程中引爆台湾的学生去抗议啊或等等这类的事会发生。这是因为虽然有个大的趋势，但是因为台湾史学界或者是台湾的历史界本身跟教育体系之间的这个权力结构还没有完全改变，所以有时候这个东西不一定能够落实。那总体来讲，到108课纲就是现在我们的12年国教的108课纲，台湾史已经在整个历史教育当中已经可以说是取得一个主体性的地位。主体性的地位就是说这历史会从立足台湾来思考台湾的历史教育要怎么做。所以作为一个在台湾的人，他应该要了解台湾本地的历史，这是应该的。然后由此出发，作为一个台湾的人，他要如何了解他跟东亚地区或跟中国的关系，这个历史脉络是什么？作为一个台湾的人，他如何建立世界观，然后因此要去了解世界的历史。所以他的108课纲的那种思考逻辑是从这样子推出去的，由近而远，然后这个详经略古，然后会立足台湾的这样的一个立场，你怎么样去吸收历史教育，然后成为一个公民啊，比较是这样。所以课纲大概这样的微调，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然后形成的。而且108课纲跟过去的课纲最大的不同是，每一个断代都有原住民
的东西，原住民的历史元素放进去。嗯哼，这是要彰显台湾作为一个多族群的国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做法。好，所以这个我想是伊尼巴克刚跟过去两个最大的突破跟最大的不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台湾的历史教育已经有长足的进步，我们可以这样讲吗？就是它整个视野完全不一样了，可以这样讲吗？才怪嘞！啊，真的，因为教育的第一。教育现场第一线的老师还是原来的人啊。哦、oh, ，OK， 所以，所以虽然有这样的课纲，课本也调整了，可是现场的第一线教育的老师，他可能原本就是没有读过台湾史的，或者对台湾史不怀好意的，或者是对台湾史充满误解的， okay. 或者是认为台湾史非常政治的，可能第一线的老师还是这样子的老师， okay. 所以这个还有的要拉锯战呢。所以。我们已经有一小步，那还要再继续努力。是的，要继续努力。Okay. 哎，我们大家都要一起继续努力。谢谢，谢谢，谢谢。好，那接下来的话，我想我们就来请问一下吴瑞仁老师。吴瑞仁老师，我们大家都很熟哈。吴瑞仁老师是我们欧台会跟世台会的常客哈，常常在非常重要的时刻到海外来给我们大家打气，然后跟我们大家分享很多台湾的一些社会政治方面的变动跟分析。那吴瑞仁老师，您也算是曹老师的学生吗？这是有争议的。啊，这是有争议的 ,OK。甲说乙说，不是啦。那我就直接讲吧，就为什么我不是正统意义下的曹永和的学生，我没有上过他的课，我甚至不是历史系出身的嘛，哈，然后我也没有像那个我的同事那个阿关哈詹素娟的在比较早期就参与了台湾史的学术性台湾史研究的起点，就是所谓的那个台湾史田野工作室，然后在那个机会里面认识到。正统的在历史学体系体制当中的这些台湾史的前辈我都没有，完全是一个外来者，所以我常开玩笑说我是台湾史的养子啊。哎，我是大家知道我是政治学博士嘛，然后我2004年年底才回到台湾来加入台史所的行列哈，然后我接触到曹老师是 personally，我之前就读过他的东西，但是个人接触他这个人本人，然后认识他，开始跟他有一些互动，是在2005以后，也就是说，陈老师生命中的最后十年当中啊，这个十年的关系里面，非常你可以说来得很晚的，很稠密哈、啊，那个关系某个意义上，大概。我接触到这个，我非常偶然的接触到曹老师的某一个不同的面相，那个面相大家、他的学生们哦，因为跟他太好了哈、因为太喜欢他，太习惯他的那个非常温暖的这个好老师的这样一面，结果没有想的、就是没有去注意到，反而被我接触到哈，因为我是一个外来者的关系，因为我闯进了一个曹门的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共同体里面，我是一个外来者。外来者之后，他对于外来者讲出另外一种不同的语言，于是你才知道说曹永和是一个多声道的人，他有好多次这样子哈。然后为什么会认识他？因为曹永和老师是这个中研院的以前那时候的台史所的一个咨询委员，所以我们每年都要开咨询委员会议，那都会来开会，然后开会的时候就会认识他，然后有机会跟他聊天这样的。然后这个另外就是说哈，那个影片里面也看得出来，那个曹永和老师跟他学生非常要好，所以这些学生们啊，在曹老师退休了年纪比较大的时候，还常常帮他办各种各样的比较轻松的讨论会，或者是座谈会，或者是某一种 reception party 这种东西，那趁老师来所上，大家就聚在一起，然后聊聊天，或者是请老师讲讲话或干嘛，这样就会聚会，聚会。那我会被邀请，哎，
所以你会知道我是外来者，我会被邀请去这样。可是在这个机会，有一次曹老师对着我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话，然后不理他的学生啊。然后他跟我讲是不知道，因为我问他说你以前在读书的过程，于是他就从头开始跟我讲，讲了一个半小时。OK， 那所有的他的学生们就在旁边被晾在一旁。然后后来呢，钟淑敏学姐哈，就是我们的副所长钟淑敏老师也是曹老师的弟子哈，也在影片里面有出来的。他读书的那位，对不对？他就告诉我说，瑞仁他的每个学生都要听一次他的这个哈。苦学历程啊 ，OK， 所以你今天他跟你讲了一个半小时，意味着什么呢？意味他把你收入门下了啊，所以你所以无意之间被他收入了，收入了门，但是最后关门， okay. 在这个意义下是关门弟子了哈。嗯哼哼哼，我说他是有争议的嘛，因为也许正统的史学家不会认我了 ，OK， 所以我跟他关系比较那个比较暧昧一点这样子，对，血统不明的。血统不明，可是偏偏我又听到一些只有我听过的话，其他人全部没听过。就是在有一次曹老师来我们这边参加这个咨询委员会的会议的时候，他的已经是不良于行，所以他要坐这个 wheelchair， 坐这个什么轮椅。然后在休息的时候，我就去找他聊天，跟他谈。然后他知道我是做民族运动的，他知道我是政治学出身做民族运动，于是他突然间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呢，现在的台湾，他用台语讲了，他跟我讲，所以他在影片里面都讲北京话，对不对？他都跟我讲台语，他就用台语讲说，现在台湾哈，爱 nationalism 啦，各位日本话 nationalism 是什么意思？国际国际民族。Nationalism 啦，民族论，民族主义。他说现在的台湾人哦，台湾意识不够坚定，国家意识不坚定啊。因为那个刚好就是那个大家知道，就是说可以说是中国因素可以开始崛起，许文龙投降，然后那个台商开始大量的往中国去，然后中国用经济在压迫台湾，台湾内部很。想赚中国钱嘛，所以整个你那时候一副整个的台湾的情况里面是充满了大家为了经济为了赚那个中国的钱想要向中国投降的这样的一个以商为政的一个情况。嗯哼哼，应该是在野草莓之前，那2007-08那个时候他跟我讲那句说现在台湾需要 nationalism 了。嗯哼，他意思就是说现在台湾人需要一个强化台湾人对台湾这个国家的国家认同跟爱国情操了，他是这样跟我讲的。这句话我后来告诉了一些他们的真正的正派的朝门子弟哈，每个人都非常惊讶，说曹老师从来不讲政治，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开始谈政治的这样？对，所以说我就是意外的发现了他的隐藏文本了。对，像这个。这个我们刚刚那个立贵导演也提到，就是你提到说，那个时代的人都有一个表层文本跟底层文本哈。那刚好你现在也讲到这边哈，那你可不可以在这边再多讲一点？就是你觉得他在你这样意外听到曹老师的这样子的讲法的时候，或者是说那一代人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类似的一个这样子的现象哈，他们我想很多台湾人都是以前都被教育成不要提政治嘛，哈，这是他们那个。我想可能跟我接触曹老师的时机有关了，比方说他们去上当曹老师的学生，就是基本上是在1985年以后，也就是曹老师正式在台大教书以后，然后到中研院的位置，也就是正式被学术体制承认以后，他开始是学生。那这个就是解严前后的事情啊，哈，不是很晚的啦。我等于是到，你看我等于是解严20年后才认识他嘛。嗯哼，所以我来讲，我是在一个比较晚的时候。我想对曹老师来讲，他心里面很多话，经过20年的民主化的松绑，哈，我想他有讲的比较，他会很多话会比较说得出来。刚刚立贵有提到曹老师在讲那些台湾岛史的时机，其实跟李登辉的本土化民主化其实是并进的。然后也跟刚刚那个阿关讲的那个所谓的认识台湾教科书的出现，
啊，是同时出现。大家知道90年代台湾一方面是民主化，一方面是本土化，这两个是并进的。所以你可以脉络来看，曹老师在我认识他之前，他已经经过一次的从隐藏他的隐藏文本，从隐藏的那个被冰封的那个冰层底下破土而出的一个过程了，这样。所以我碰到他说他应该已经摆脱了很多禁忌，也就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时期。那我再讲一个，就是说我当时听到是吓一跳，但是我还是想说这是他的观念上价值观念的比较坦白的表述，这样子。可是我在几年后的另外一次经验看到他的一次更强悍的表现了。各位在里面看到有一个看到我穿着风衣，这那个是2012年1月1日在总统府前面示威，当时就是要反对什么呢？反对这个旺旺收购黎智英的一传媒吧。所以一个反媒体垄断运动。对对，嘿嘿，是啊，就是因为一个意外机缘，我的同事张龙志，大家下礼拜会碰到他，在线上会碰到他。下礼拜的座谈会。对，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说，我们希望全台湾的这个比较有就是比较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都能够来联署，来反对这个旺旺，来兼并台湾的这个几个政党。那个媒体集团，大家知道，因为蔡旺旺基本上是中国国台办的一个代理人嘛，所以当时我就写了一个那个，写了一封信说要求联署哈，然后我的同志张龙志看到说，我们去找曹老师问问看他要不要签嘛，结果后来他就把他放大，我们两个就去找曹老师，曹老师把我的信读了好几遍以后，第二天打电话跟我说，哎，我愿意签，我吓一跳。然后所有的他的学生没有一个人相信曹老师会去签一个政治的联署了。好像也是他唯一一次哈。唯一的一次，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公开的政治表态，就是说，其实那个已经是2012年了。各位知道，3年曹老师就过世了哈。所以那次对我而言我很意外，因为那次的事情引发了那个史学界很多的议论，说到底是谁。为什么会那个曹老师为什么这时候会做这个事情这样？好，那我只能跟各位提到说，那你要我顺便谈一下隐藏文本是不是？对，就是那个是。其实是这样哈，这个概念英文叫做 hidden transcript 啦哈。被盖住的一个文本，他这个概念提出来的是耶鲁大学的一个学者叫 James Scott 哈。然后他这个人一辈子都在研究什么？研究弱小者。我们政治学家都喜欢研究权力，研究权力都喜欢研究有权力的人。可是这位政治学家偏偏喜欢研究那种没有权力的人。他就研究说，这一历史上全世界各个地方那些弱小者是不是一辈子都注定被欺负，永世不得翻身呢？这是他的一个最一辈子都关心的主题。然后结论他说没有，弱小者有他抵抗的方式。他称为叫 weapon of the weak。就是说弱者武器、也就是说弱者照样有抵抗的武器、他也许没有办法正面跟你攻击、他会用迂回的用其他方法来做、然后他就有专门写一本书来讨论其中的一种东西、有些话他不会写、表面上不会写出来、他会用隐藏、他会用间接、他会用迂回，甚至他会用象征的方式把他的争议隐藏在一些文本里。那你如果真的要了解这个文本底下的真实意义，你不能看表面，你要去英文说 read between the lines， 或者说你要更深的去挖掘它隐藏的意义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因为我是本来我的专业是钻研西洋政治思想的哈，那西洋政治思想史上，特别是那个启蒙运动前后，很多时候的那些重要的那些大的理论，很多都是在那个时候的政治都很黑暗的、都有那个言论审查。所以说是很多学者就在讨论一个问题，说这些人呢，他们这些文章当时写出来都会被禁了、这边不知道有没有荷兰的人，那个时候全欧洲最自然最自由的是荷兰，所以很多像霍布斯啊什么，他们的作品全部都匿名送到荷兰去出版。但是必须要在自己国家里面出版的人，于是呢就采取一种秘密写作的方式。所以那个我的师祖芝加哥大学的师祖 Leo Strauss， 他讲出来这个 secret writing， 就是说在一个被迫害的情况底下，你要表达不同的意见，你要写作要有艺术吧。
所以你要偷偷的把你的讯息藏起来，这样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大概我在原来以前读书的过程有学习到这种概念，然后我又回过头来看看曹永和，我就觉得说实在是好明显。那就是说，他的温和的外表，他从顺的外表底下，其实他有一个很坚硬的一个核心呐、啊，某一个东西，某一些他自己的一个核心价值是从来没有让步的，非常清楚的。然后呢，他不止没有把他抛弃，他事实上反而用一些非常巧妙、非常深刻的方法去保存他、去发展他，甚至去把他表现出来这样子。那我是在比较后期，他已经表现得比较明白的时候，我才留意到这他的绝对的非政治跟非常政治的这两面啊，我就注意到，所以后来那个立贵导演来找我的时候，我就提到说我观察到这个隐藏的文本这样子哈、啊，嗯哼，啊，这个东西好像是又回到你关心的这个斗赏世代，对不对？嗯哼，斗赏世代、卡赏世代。应该是欧记赏世代跟欧巴赏世代的吧？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讲，不是阿伯，不是那个爸爸妈妈世代，而是祖父祖母的世代的嘛？哈，嗯哼，因为你在讲的曹永和先生或者是史明，都是1920年代出生的，他们年纪是以100岁来计算，你现在2021年刚刚好，他们几位都是在这几年过世，曹永和或者是史明或者是那个李登辉嘛。现在还唯一的一位同辈的是谁？是彭明敏教授啊，都是大概20年代的前期到中期，1920年代出生的这些人哦。对，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他们都共同的，好像有一个共同特性，他们都有表层跟底层，他们都有隐藏文本这样的。那我看是一个世代，就是你在讲的这个世代，一个很大的共同性这样子。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这些人都是在日本统治的后期已经完成了他们教育跟人格的养成，甚至认同的形塑。嗯哼，也就是说，像李登辉这样的人，他在日本统治末期，他觉得他虽然他是日本国民，但他的台湾人认同也很稳定的。嗯哼，但是突然之间日本战败，然后交给国民党，然后突然之间他们要重新学做中国人，然后突然之间228、突然之间白色恐怖，换句话什么话都讲不出来的时候、一个已经形成的完整的自我认同跟价值体系就必须藏起来不能讲，必须要因应新的时代，用新的语言跟新的价值观、要去演另外一种角色。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出现了一个两层的认同，一个表面的在新的时代，为了要在国民党戒严统治下活下去，你必须要有装扮出，你要演出一个身份，但是你的心中有一个过去从出生以来很长时间透过教育，透过在日本统治底下生活而形成的另外一个自我嘛。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普遍的，都几乎普遍的，而且不只是那个本土派，我觉得所有的包含跟国民党合作的所有这些在日本统治下已经完成相当教育这些人，大概都有这种两面性。林洋港也有了、林洋港也有，邱创焕也有，他们那些人全部都有了。最大的差别是说最后那你要不要加入国民党，甚至你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助纣为虐啊，我想这是最大的关键的差异嘛，这样。我简单先这样说，不好意思这样。对，我以前也其实这个斗赏的时代应该对我来讲也是祖父的那个时代哈，像我们祖父那一辈，我自己的本身的经历来讲的话，像我是小时候到外公家去玩，然后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嘛哈，然后我们家讲话呢就是一句话里面有汉文有台语这样子，各种语言这样交换。那我是很久以后才发现说，我的阿公不会讲汉语耶，我是很久很久以后才知道哈、那时候我也蛮惊讶的，他说他不会讲中文这样子，那我那时候才有一点点惊讶说、那我们如果今天我们再来反观这一代的人哈，他们出生的时候其实是日本人，然后在受日本的教育长大，然后忽然有一天变成了中国人哈，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然后要欢迎另外一个政府，另外一个时代的来临哈。那这个是，那这里面又包含了一些迫害，或者是有些人可能是
不知不觉的这样子跟着时代这样子随波逐流哈。那我们刚刚也听到立桂导演讲到，就是说曾经有人觉得说他们这些没有出来摇旗呐喊、没有出来抛头颅洒热血的人是很沉默的一大群人哈，然后很胆小，有人觉得他们很胆小，那甚至有人说他们是帮凶哈，这种字眼哈。那我就想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看待这个时代的我们这一代的前辈哈，这一代的父亲祖父们哈，我自己也曾经觉得非常的矛盾过哈，因为我们常觉得说，你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你都没有人出来反抗，那些反抗的人就很孤独啊，哈。那但是我们也毫无疑问的，我们知道，就是说，当你出来反抗的时候，在那个时代，很可能你刚刚发生就可能被压下去，然后也可能马上就会丧失生命，哈。那但是如果说像没有曹老师这种人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台大本来是那个时候是台北地大，是日本他要因为他要进军东南亚，他把想要把台湾变成一个就是南洋史的一个重研究的重镇哈，那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珍贵的荷兰史料，那些史料是有的时候是从韩国荷兰直接带过来，然后他们照相啊，或者是用任何的手抄本的方式。这样引进了台湾，放在台湾的那个黑书库里面，台大那个黑书库里面。那当国民党来的时候，当然没有人会去整理它。那如果说没有曹老师的话，那台大的这个南洋史研究跟这些非常珍贵的史料就永远不见天日、哦、那也是因为有曹老师这种，他还因为要去整理那些史料，去学古荷兰文、学西班牙文，甚至于我听说他为了要编那些书目，因为那些书目是用法文写的，他还去学法文、哦、那如果没有他的这些做的这些工作，那后来的那些像江树生、像包乐史、像更后来的像詹老师你们，还有张龙志老师他们，可能要在做这些航海史的研究，或者是荷兰时代的研究，或者是南洋史的研究，会。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是有遭遇到非常会要克服更大的困难、哦、那所以说他的贡献，无疑是非常大的。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这些被大家视为是沉默的大多数，然后可能都默默没有反抗的，然后我们甚至有人还把他们认为是他们是胆小帮凶的这样子的一个世代人，还是说我们想要给他们这样一种评价，本身就是一个不对的一个态度？我自己觉得很纳闷，你有很纳闷吗？随时补充啊，各位、啊。你不是已经把答案讲出来了吗？你刚刚的一番的一番的陈述，其实既说了问题也说了解答了，不是吗？没关系啦，我就配合。那听你讲比较好一点。不是，我们都是好朋友嘛、哦、各位这个欧台会，不好意思哈、哦，各位海外台湾同乡大家好，特别是欧台会这些朋友，好久不见哈。很想去德国，没有想到进步的德国现在那么惨哦，实在是，哎，台湾全世界幸福，台湾全世界幸福第24位哦，所以最近台湾非常臭屁哦 ，OK， 所以以后应该回台湾开哈、哦、，OK， 可以可以，好，那我回答你的问题好不好？就也别说回答，我提一下我的想法了，不够勇敢哈、哦，我等下听到那个讲说不够勇敢呐、啊，什么什么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根本就是假问题，不是问题，你先想一下。今天影片已经反复在提到一个时间点嘛，他什么时候进去台大图书馆工作的？1947年二二八之后啊，嗯哼，所以你想想看嘛，二二八之后那个不是问题嘛？大屠杀，大家知道二二八，国民党对台湾的屠杀跟恐怖不是停止于二二八，是始于二二八，二二八只是一个开头，二二八清乡从北到南杀了一遍，你讲开得蛮人，未来接下来。
一直到1954年中间，又有一段专门杀所谓抓地下党、抓台共或者抓这些白色恐怖事件，又抓了不知道多少人，然后至少有10000个人被我们目前知道有记录，有将近上万人是判死刑，还有很多是根本没有审判记录就杀掉的人，所以那是一个大屠杀、大恐怖的年代。迄个时代，你咧讲咧比什么勇敢呢？骗人咧唔捌。你懂我意思吧？就是说，我们不要轻易的对这些历史上前辈做出这种判断，这种道德上或历史的审判哦。我是认为说，在那样一个非常的极端的情境底下哈、哦，事实上你不应该用一个自由人，你身处自由时代、自由地区的人那种角度去要求他，这是第一个哦。换句话说，已经大家被杀了，换句话说，基本上有勇气的全部被杀光，不然就被抓去关了。这个时候就好像现在的香港嘛，228也是一次大逮捕，不是吗？然后现在国安法以后，难道你要每个人都去冲吗？对不对？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不是问题哈、哦。我认为哈、哦，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当时面对一个新的黑暗时代要来临，1947年228是台湾战后，你可以说40年黑暗时代的开始。有谁会想到会经历40年漫长的寒夜，对不对？在这个时候到底该怎么办、啊、老实讲，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我的看法是分工啊。我喜欢用两个士林人来比喻，一个士林人叫做史明，另外一个是史明他们家的邻居叫曹永和、啊。这两个人对一能都属林郎嘛，阿个粗逼嘛，是这样的形式。可是在228之后他们两个做了很不一样的选择啊。史明呢要上山打游击，不是吗？然后后来失败，后来就决定逃到日本。逃到日本之后，他直接公开就选择直接跟他抵抗。所以是勇敢啊，金勇敢嘛，朱元就勇敢嘛，对不对？这是一种，可是只是一种选择。但是留在台湾的人，你要他怎么办呢？对不对？啊，你看曹永和从小就是一个温和的人，他是一个文弱书生。各位，你看那个样子。他是站出来讲话，他也没有煽动力嘛，要煽动要像我这种，对不对？他也没有煽动力啊。所以说曹老师做了一个很大的动作、欸、他进到他一个，换句话说，史明在228之后，史明走上山头搞革命，然后呢曹永和进到台大图书馆里面去开始去研究台湾史。那个时代研究台湾史是就是一种抵抗了、啊。各位，战后初期国民党带来一批中国大陆的那个外省历史学家，其中有一位有在做台湾的，最有名一个叫方豪了，他们把台湾当作中国地方史了。所以刚刚就影片里面那个黄富山教授一直提到说，在曹永和之前那些少数在台大做台湾史的人、哦、方豪知道，对，方豪，对，那台湾另外一个台湾人叫杨云平做台湾史是用什么来做的呢？是把它当成是什么南明啊，明朝后面的南明的历史来做，所以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在中国的架构里面做。只有曹永和一进去就去把日本的那个南方土书，把日本南方史的研究连接起来，开创了一个海洋史。于是海洋史这个研究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它事实上把台湾从中国大陆的史观解放出来了，你就不需要大陆帝国角度看中国。于是你就发现台湾根本不需要跟中国合，你不用中国历史来解释台湾，你要从整个从十七世纪、十六世纪的那个所谓的大航海时代的世界史来看台湾。台湾在和中国产生关系之前，最初是跟世界先产生关系的。这个观点是曹永和搞出来的。他也没有想得那么清楚，也不一定啊。但他心中有台湾，不是吗？曹永和第一本书就是《鹿皮贸易》。我跟你说，他十几岁的时候在读台北二中的那个中学部的时候，他们在士林协志会、哦、在士林在芝山岩搞了好几次关于那个台湾民俗的各种那个各种活动。这一批包含那个白色恐怖的郭秀忠等，当时台北二中一些在住在士林的一些非常杰出的台湾年轻人，他们组织士林协志会，整天都在推广台湾文化。曹永和不是突然之间想做台湾史的，他是在日本统治1940年代的前半，他还在当中学生的时候，就是我们台战后讲的高中生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在研究士林当地的历史了。各位，你知道我意思吧？所以他心中有一个想法，这个人表面上很温和，其实非常固执的。
228发生了，你说他心里面没有想法吗？我没有机会问，我不知道。但他228之后选择进到台大图书馆里面去面对那个整个书库日本留下来的资料，我想这是我说的所谓的分工的问题啦。然后那个时代，我再讲一句话就好，那个时代是一个很困难的历史时代。老实讲，我们不应该太简单的去对这些前辈们的处境跟他们的选择做一个太，我们不应该那么傲慢去在这个时候去对他们做出一个历史判决，您知道我意思吗？哈，那我因为那个每一个选择，不管你是要选择抵抗，或者是选择就是退隐，或者选择就是甚至是合作，我觉得都是一种选择，我就用某种程度上要去谅解他们。那你说，那难道都没有标准吗？我有一个标准呢、啊，最低限度的标准。你也没有加入到对方，变成一个积极的协力者，然后跟着国民党政权来压迫台湾人了。也就是说，你就不得已去变成公务员就算了。你也没有积极的，你不只是没有，你不要抵抗就算了，你还积极的参加他们，然后还帮国民党政权来压迫台湾人。如果你有做这种事情，我认为那就违背了我认为的那个最起码的底线。啊，这种人有没有？这种人很多嘛。嗯哼，对不对？我刚刚提到过228受害者家属吴伯雄，他的伯父受害，结果他们后来选择跟国民党合作啊。嗯哼，阿扁战家族不是吗？嗯哼，台湾有非常多人在228之后决定，不只决定跟国民党合作，而且积极的合作，反过来压迫这个部分，就是我认为是无法不能接受的东西了，好吧？大概是这个样子，不好意思。像我们刚刚也听到，像詹素娟老师，你说你们学历史的经过哈。虽然您的舅舅是舅舅嘛哈，没有非常清楚的讲出这些就说为什么会这样子，或者是白色恐怖时期的一些经历，但是他也是非常期望他的外甥女可以走上历史的路，然后去了解这个时代哈。我想这个时代的台湾人，他们用非常多不同的方式在抵抗，或者是说抵抗是什么，我想台湾人用非常多的方式在抵抗，像我觉得像立贵导演，您刚刚提到您拍纪录片的这整个流程，其实你们那个时代也是一个抵抗的时代，你们那个时代我想要出来参加社会运动，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那而且你们刚刚才参与的时候也是台湾还没有完全解严的时候嘛，然后你们用纪录片的方式，那个已经解严了，已经解严 了 对, okay, 对对对，我回国已经解严了、对，可是你后来还其实白色恐怖还是在心中了，还是在心中，对对对，我记得我刚回国的时候，然后那时候跟一群年轻人他们在搞小剧场，然后我们是帮那个帮一个摄影团体，我们去演一出戏，然后在那个孙文地两馆了、因这点笑人的因可能是他们心中就那个束缚就比较没有像我这么深了，我就看他们拿着一面那个红旗在那边摇啊摇啊摇，我其实我就很紧张，我在想说哇，拿着这个红旗在摇，我们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那差不多是1989年的时候，我刚回来台湾，其实你看我心中都还有这种恐惧感，对啊，对。嗯，对啊，那其实我在看台湾的这段历史，我也会想到说目前的像香港的这个状况，那香港其实我对香港的了解并不是太深，我知道这边三位可能比我了解的更深，然后香港的话照理说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世代，就是在青年时少年时 是英国人，是香港人，然后忽然在97以后变成了中国人。那但是这个世代好像我们好像没有看到这个世代像台湾的这个世代有这么多的反抗运动，那反正现在出来反抗的运动的是比他们年纪小非常多的，是甚至是从来他们一出生之后就是中国政权的这个世代。然后他们的现在所遭受到的整个的压迫跟整个的大逮捕啊，然后国安法，然后送中条例，
那他们的状况的话，我感觉上跟台湾那个时候发生二二八的时候 是很像的哈。后来的话就越来越那个那个枷锁就锁得越来越紧哈。那我不知道说，我想我先请教瑞元好了哈，你对你跟香港民主运动的关系非常密切哈，那你也跟许多你也非常跟他们有非常多的交流跟参与哈。你是不是来跟我们聊一下你对香港这个为什么会他们的情况是这样，然后我们台湾是这样子，然后他们的我们台湾走了四十年可以今天有这样子的一个一点成果哈，那香港的希望会在哪里，抵抗他们的抵抗希望又在哪里，然后你可不可以给我们来做一下分享跟分析。其实台湾跟香港真的很难比、哦、很难比、哦、非常很，因为我们刚刚提一下台湾的 case 里面哈，我重新说明一下、嗯、佩芬讲的这个所谓的斗赏世代哈、嗯、或者说李登辉总统或者是曹老师跟史明先生他们这个世代哈、嗯、他们这个世代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我刚刚没有说明清楚，第一个是他们受过完整的日式的一个算是精英教育、嗯、所以在日本统治结束的时候他们已经累积了非常强大的一种你可以说文化资本、啊、cultural capital、嗯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们已经在那个时候他们这一代的人受到了1920年代30年代蒋渭水他们的民族运动的影响很深啊，所以这个你知道说他们这个民族运动后来在政治上虽然失败，可是他们塑造了一个很强大的意识形态，就是台湾人这个意识形态，就是我们都是台湾人，台湾属于台湾人，这个意识形态这个影响非常大，李登辉他深受这个影响很深，所以说我刚刚会提到说、包括那个士林协智会这些年轻人在皇民化运动如火如荼的情况底下还那么的热情的在推动台湾民俗文化，你就知道说他们当时的台湾意识是很强的、这点很那所以然后呢然后他们到了战后要面对另外一个时代这样子，但是香港的情况里面现在你看到香港的运动的这个世代几乎绝大部分都是90后了，对对，很大的特色就是他们是叫本土运动，他们的本土认同非常强大，然后他们的上一代、嗯、如果佩珍如果佩芬想要讨论是他们的斗赏世代的话、嗯、那我就跟你讲他们的斗赏世代不觉得自己是香港人，嗯哼，他们是中国人，特别是那些民主派，嗯 哼，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换句话说香港人的本土认同的出现特别是扩散出来变得非常稳定，非常很多人都觉得说我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嗯、这样的想法是出现的非常晚，嗯哼，严格讲是70年代80年代以后才慢慢出来，然后到了可以说是大概雨伞到这一次的那个反送中运动的大规模的动员当中整个香港人的认同、嗯、你甚至可以说是某一种国族认同就这样出来、嗯嗯、啊，这个东西，他们这一辈的年轻人跟他们的父亲、祖父辈的想法是对立的，所以香港的运动、嗯、看到年轻人跟爸、跟家里面是吵架的，是对、嗯、是分裂的这样的哈、嗯。所以你可以看到，你问说有没有这种上一代，我们现在在看曹永和老师，会发现说他对台湾的认同其实比我们年轻时代还要强，因为我们是在国民党统治下长大，我们小时候是中国认同嘛，阿冠是不是？嗯阿冠是不是你以前是不是中国认同我们都是最严重的是啊我们都是中华文化啊对啊没错没错所以才需要启蒙啊所以您现在知道我的意思吧就是说有点像是不大能够比较我们台湾跟香港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是台湾这块土地、嗯、台湾人认同的形成远比香港要早很多香港比较早变成殖民地、嗯、但香港本地的本土认同的形成非常晚、嗯、为什么因为香港一直是中国大陆南方的地方从清末开始就是广东也好南方 逃离中国的一个地方他们把香港当成一个中途站、嗯、很少把香港当成是自己的故乡然后大家知道到二次大战中日战争又很多人逃到香港然后呢、嗯后呢？二次大战以后，又是共产党那个搞共产党的时候，又来了一批逃到香港。然后1960年文革又逃了一批来香港。香港基本上是有好几波的这种由中国逃离
逃离中国的人，他们逃到香港，然后很多人来到香港之后并没有打算安顿，他们还继续往其他地方。嗯哼，所以香港人开始觉得自己是香港人，最早的记录一般而言讲的是1960-70年代以后，所以你可以看台湾人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是台湾人呢？至少政治上有台湾人自治运动是1921-20年，刚好100年嘛。台湾人觉得自己是台湾人，从文学他们嘛，从那个你可以说林承禄他们在东京经过一番辩论之后，决定以后不要做日本人，要做又做台湾人。那个是1919年，到现在都罢空几年了。台湾人经过摸索之后，决定自己要做台湾人，决定在政治上我们要自己管自己，不要被人家管。这个我们将近100年了啦。香港人的想法是最近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所以你在提的时候，我就会跟你说到说，这里面牵涉到。对方没有一个这种那个跟台湾比较，觉得非常不一样。刚刚我看到有一个我的好朋友，那个 Ray Wong， 黄台阳。哎，黄台阳现在在线上吗？对啊，待会儿对啊，我在啊。对对对啊，你也分享一下，如果你对啊对啊，他比我更知道了，哎。嗯哼，好啊，谢谢。那刚才瑞仁老师已经说了，其实香港人他们的背景很多，其实都跟中国有很深的关系。譬如说我的父母亲，他们其实也是从中国在中国出生，然后移民到香港。那为什么香港人这个身份认同会那么晚才出现？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在英殖时期，其实我们香港人没办法认同自己是英国人，因为很明显啊，我们可以说英语，但是我们只是他们其中一个殖民地。那既我们不能认为自己是英国人，那我们有中国人的血统。那个时候很多香港人第一，因为大部分对于政治都没有太大的兴趣，那没有太大的兴趣对于那就不会去追问那他们自己的身份认同或是他们的政治认同是什么，那所以就没有去想太多，就接受了啊，那我们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那我们就是中国人。那这一个现象一直维持到大概是2008年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高峰。那个时候因为北京举办奥运，在那一年有一个香港大学的对于身份认同的民意研究，那大部分的香港人超过70% 的人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认为自己是香港人的只是只有几个 percent。那为什么在2008年到现在2012年，在这十几年有那么大的变化？有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其实就是在2008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到香港旅游，还有就是香港跟中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那香港人就慢慢意识到，哦，我们原来真正的中国，真正现在的中国人跟我们所了解，我们从我们父母辈了解的中国有很大的差别。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一个落差了。但是在2008年到2012年这四年中，其实也没有真的太多关于我们香港人身份认同的讨论，一直到2012年就是一个转捩点，因为那个时候很多的中国游客来到香港，有一个事情发生，就是在尖沙咀一个很旅游景点，那有中国人在一个商铺门外拍照，
那那个店员就走出来，跟中国人说啊，你们可以拍照，但是晚一点有香港人去拍照，那他们就说啊，你们不可以在这一边拍照。那就是因为香港人在香港有不对等的待遇，好像中国人才是在香港有好像有优待。那那个时候香港人的自豪感就被伤到。那还有很多，就是那个时候也有一些中国的旅客来到香港，他们说如果我没有我们中国人来香港的话，香港的经济就会垮掉了。那从那个时候开始，香港人就去回想啊，为什么第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文化有那么大的差别。香港人最小我们懂得尊重其他人，中国人来到我们也尊重他们，但是中国人来到香港他们不会尊重我们，还摆出一副我们是救你们的，你们需要，你们好像是比我们、就是、对对对，你们好像是比较低等的。那从这一点开始，香港人就开始去想，那我们是中国人还是香港人？那个时候就是刚刚瑞仁老师提到本土派的开始。但是其实在一开始本土派发展的过程，其实有很多的阻力，因为瑞恩老师也有说到，大部分的民主派其实他们比较老一辈的，他们也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嘛。那所以当然有一些年轻人比较激进的走出来说啊，我们不是中国人，我们是香港人，我们需要有一条很清楚的界限，去分开中国人跟香港人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泛民主派的人走出来说啊，你们一定是fascist， 你们是排外，你们跟纳粹没有分纳粹没有分别。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整个香港民主阵营分裂的开始。那一直到2014年雨伞革命之后，这一个分裂就更严重。那2015年有很多年轻人，包括我们已经认为泛民主派的那一套已经不行了。那为什么我们不行？就是我们问两个最 fundamental 的问题，第一就是我们是什么人，第二就是香港现在的问题是在哪里，那是什么。那泛民主派他们的答案回应第一条问题就是我们是中国人。第二就是因为中央他们没有很好的落实一国两制。那如果在北京的领导人他们了解了香港人的想法，了解了香港的问题之后，他们就会尊重香港人。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那第一，我们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那所以，因为我们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已经可以跳出一个框架。因为如果泛民主派他们经常说说到底我们还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他们是不会去想香港独立啊，或是跟中共有一个比较对抗性的关系。但是香港年轻人不同，那所以我们可以去想，可以去问为什么香港不能独立。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对于他们来说香港的政治问题核心是一国两制。那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的问题核心是因为我们在中国里面我们没有自己的主权。那所以在2015年本土派问了这两个问题，我们有了自己的论说。瑞恩老师也帮助了我们很多，有香港大学的学生写了香港民主论。其实那阵
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本土的论述。那之后就有本土运动的出现。那我成立的政党本土民主前线，我们的候选人梁天琦就拿到很多香港人的支持，很多同情。那一直到2019年，其实我可以说，香港的民主运动已经本土化了，因为其实还有部分的泛民主派，他们还是会说自己是中国人，但是他们也认同香港的下一代，香港的年轻人，他们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他们有自己的自由，这已经比5年前、6年前好很多。那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有一个对于身份认同的民调，那一个时候只有9%的香港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那所以在整个香港身份认同的变化跟建立，其实就是随着一大批年轻的本土派走出来，他们尝试去冲击旧的那一套泛民主派的思想体系，然后就一连串的 discourse 之后，那这一个身份认同的建立就是现在的结果。这样听起来的话，好像香港的整个民族的认同，或者是说香港的本土认同，反而是从争取自己的权利开始。你们不是说觉得说自己长得跟中国人不一样，不是因为肤色，甚至好像也不是因为语言，但是是在你们争取民主的过程中，你们觉得要能够拿到要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要争取自己未来的前途，或者是争取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这样子的一个认同。我好像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我给他简单的那个刚刚那个瑞把整个这个过去20年来香港人认同的很戏剧性的变化啊做得很清晰的陈述，我就不多补充。我只补充一点，是我作为一个政治学家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点出来哈？我想一个是长期因素了。香港从1842年英国的那个殖民地，事实上跟台湾在1895年一样，他们脱离了中国历史轨道，走了一条自己的历史。然后在英国统治下面，香港成为一个虽然香港人没有参政权，但是香港这个地方是高度几乎是半独立的了。英国殖民统治的方式，大英帝国对于殖民地的态度是把殖民地当成自治领，换句话说，他容许英国在容许香港跟那个跟以前没有独立前的新加坡以外，它是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实体，它是一个半独立的一个地方。所以香港人里面，他们有可以参加国际组织，可以签约。然后香港人在自己这个一个半独立一个实体当中，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一种准国家的意识啊，你知道，香港人长期以来觉得香港人长期以来觉得香港比台湾是进步的嘛，那台湾是在国民党压力下，以前是这样子哈。对，那香港是跟国际连结，然后大英帝国容许香港以一种类似半独立半自主的方式跟全世界去自主交往，你知道我这个意思吗？所以很多我们以前那些香港朋友，他们都有这种类似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 quasi state 准国家。然后呢，这个东西到了被交还给中共的时候，本来他们对中共的期待是说能不能维持以前港英时代的那种安排了。英国人一样嘛，因为一国两制就意味着我们持续以前那个样子了。很多香港人是期待这个样子。香港的一国两制，他们要的是两制了，可是北京要一国了。所以你看，北京不是英国，北京不是伦敦，所以伦敦是可以放任香港，给香港高度的自治，但是伦敦不愿意给香港，北京不愿意给香港高度自治。于是回归之后的20年之后，中港冲突摩擦越来越厉害。一个简单讲就是说，北京要控制一国，香港要两制，两边的摩擦，在奥运这个短暂的蜜月之后，这个摩擦越来越剧烈，这样子，香港不让步，北京也不让步。各位看到今天这个局面，国安法的意思就是北京彻底把香港人追求两制，刚刚提到的那些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觉得一国两制是香港最好的一个希望的这些，你提到的斗赏世代了，他们的梦想彻底毁灭，彻底终结，这样子。所以今天很吊诡的，非常的
非常讽刺的是，佩芬要讲这个曹永和先生他们的斗赏世代。台湾的斗赏世代呢，是过去一百年来台湾人建立自己国家认同或者民族认同过程当中的一个阶段，知道我意思吧？我们之间是有累积的，一直一百年来我们的台湾人的认同是一直累积出来，虽然中间有一些波折，但是我们是一直累积起来的。香港是断裂的了，香港的第一代真正的香港的爱国者是 Ray 他们这一代了，就是台阳他们这一代是第一代真正的香港的热爱香港，香港作为故乡，或者 Ray 最喜欢讲香港是我们的什么 Heimat 的地方，是第一代了。那他们是非常悲剧的一代，因为他们跟他们整个上一代全部是分裂的，是对立的这样子，然后现在他们被正在被惩罚，可以看到。所以 Ray 他们这一代面临的就是欧台会你们最早期第一代流亡人流亡者的命运了。而且哈，世台会哈，就我们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当年出来的我们这些同乡会还有台湾协会的老前辈们，他们毕竟还年纪还大一点点哈。那现在出来的像黄台阳哈，黄台阳，台阳是第一个在德国受到政治庇护的香港难民哈，那他们这一代的话才二十出头哈，那整个那个在整个的那个年龄层跟经济跟政治方面都是更年轻更脆弱的一代哈，所以我们真的对他们的未来哈寄予无限无限的祝福哈，那也希望他们可以做一个美丽的抵抗，然后希望大家也多多给他们支持这样子。我想现在的话我就把时间开放给大家来发问。然后大家如果刚刚 有人已经透过短讯要发问的，是不是洪璇那边有没有收到任何的举手发问？嗨大家好。好，这是直播间徐生里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他的问题是，我们现在除了加强教育问题与文化认同以外，还有什么观点可以促进我们现世代更有台湾凝聚力？他有没有指定哪一位发问？还是他没有指定哪一位讲者回答？好，那我先从素娟老师好不好？素娟老师，然后或者是两位有谁先想到什么要怎么回答？要不我就先请素娟老师。我想台湾目前面临的一个处境是，台湾实质上是一个听到哈，台湾实质上是一个国家。但是台湾内部的认同还非常的分裂，那是因为台湾的世代，台湾的像刚才瑞仁讲到香港的世代问题，但是其实台湾本身的这个认同也有世代问题。那曹老师或李登辉先生他们其实这种所谓的斗赏，其实他们是大政人，他们是大政时期培养起来，那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基本上已经有一个自己的世界观，但是昭和世代的人跨到战后，那他们可能就会受到新政权新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会很深刻。那战后婴儿潮的这个世代，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我们都是所谓的党国教育培养起来的人，那我们这一批人目前的年纪其实都还是在壮年的阶段，而这个在壮年阶段的这一批人，他们的国家认同，他们的身份认同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挣脱那个党国的这个体制。这是你可以从这个历次的选举，像韩国瑜他其实拥护他的并不完全是所谓的外省世代，还有很多台湾人。那他也就代表是说台湾的这种国族认同或者这个世代的问题还没有完全的处理，还没有完全的转型完毕啦，应该这样讲。那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是需要时间，而台湾最欠缺的就是时间。所以我知道在这个历史转折点当中，在这种时间很紧迫的情况下，如何能够让台湾的内部能够在国家认同早一点达到
一致，然后再加上这个台湾的经济啊，就是早期的台商的经济被中国所牵制，而造成的这种利害利益上面的这样子的一个绑架。那这些东西可能是眼前我自己个人觉得，在眼前的台湾是一个必须要及早去克服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像瑞仁跟立贵针对这样子的现象，会觉得有什么样比较有效的策略可以去处理？嗯，两位，哪一位先回答？我先讲，因为这我在欧台会好像也讲过几次这个东西。我比阿关要乐观一点了啊。乐观的原因是因为哈，因为实在是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了，你知道吧？我们就只有台湾，不然要怎么办，对不对？台湾很多地方，它作为一个 nation state，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就如同阿关讲的，在大概至少是战后时代。我认为最 screwed up 的时代是大概六十几岁以上的这一批了啊，就受国民党最影响最深的这一批，这一批大概是最糟糕的一批。那这一批的话，哈，这一批要等时间过了哈。但是整体来讲，你可以看到九零年代李登辉总统开始推民主化的过程当中，你注意到说，首先旧政权里面的那些所谓外省的，像赵少康他们先搞新党。开始起来要反击，也就是说他们不愿意接受本土化，他们要反击，出现新党，于是蓝绿冲突隐藏的背后的省级冲突开始出现。这个东西乱了二十年，到2010年代初期，也可以说一直阿扁为止，整个蓝绿对立是非常严重，严重到事实上就国家好像要分裂这样子。可是你注意到2010年马英九当选之后，台湾开始统合了、台湾开始统一起来了。我就常常感谢马英九，也是另外一个 不自愿的国父、因为他的底层文本，其中有一个因素，他没有，其实他没有有了他的表层叫台湾人，底层是中国人了，刚好跟我们相反的、那个我是说最大的差别是说外省第三代的出现，他们事实上已经土著化嘛，所以我们一般讲的天然独世代的出现、那个是非常明显，天然独世代跟 Ray Wong 他们那个世代是同一代的，九零后的，在八零年代后半到九零前半九零后这样的这个世代，他们都同样经验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把台湾理所当然认为是一个主权国家哈这样一个世代，然后这些年轻人大量的参加了大概从野草莓以后将近十年来的台湾的公民运动、社会运动，对，就是说很多外省第三代都逐渐的认同在台湾、一般移民一般通常到了第二代就会很积极的认同这个移民的地方嘛。台湾又多了一代，为什么？因为国民党在中间做阻碍嘛，所以让他们比较快速的，但是抵不过时间了、所以我是认为说就长期的那个时间的那个趋势去看的话，是站在台湾这一边了。但是有一点不利的因素，就是因为中国刚好台湾快要形成，台湾大概假定是我们完成了80%，还有20%的路要走的时候，偏偏中国在这时候崛起，这是一个最不利的因素了。然后中国采取的不再是说用祖国的那个同胞情感来号召，他用经济利益号召嘛。所以你可以看到2000年代以来，台商这些人，那个尤其是像这些什么王雪红什么，所有这些有钱人，他们向中国靠拢，根本跟祖国情感没有任何关系，是赚钱嘛，对不对？但这非常有效，对台湾人而言，经济上的诱因比那个民族情感要更有用。所以比较大的危险是说，我们台湾快要完成一个国家，但又还没有完全完成的这个最关键的这个时刻，偏偏中国在这个时候崛起，经济力量非常强大，然后用经济力量来慈禧台湾了。这就是过去十五年的台湾，过去我们经验过的台湾十五年来的历史，也是本人很拍苗的。回到台湾之后，什么好事都没碰过，一回去就碰到 China Factor， 就是中国因素，全部都跟中国因素斗了十几年了，斗到现在哈。一个是台湾人很努力了，我们民间公民社会，我们选出马英九，但是我们有很强大的公民社会牵制了马英九，所以马英九虽然想把台湾卖给中国，但卖不过去，这是第二个，所以反而让蔡英文什么事情都没做，但他总算当了总统了，于是我们把本土政权给维系住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说台湾真的是天佑台湾了，有两个我们必须感谢的人
一个是习近平嘛，因为每一次本来终于在2018年的那个寒流起来的时候，我们以为说台湾一次要被中国吃掉的时候，习近平没事要在2019的1月1号讲说这个所谓的对这个一国反对这个九二共识，然后要求台湾接受这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嘛，所以习近平帮我们，习近平打了国民党一个巴掌，把国民党的路线彻底否定，于是台湾只剩下香港模式嘛。但是他不要走香港模式，于是呢，这个东西呢，他帮我们团结了台湾。第二个就要感谢香港人了，所以 Ray Wong， you know， 我们非常的感谢这个香港的民主运动，尤其是反送中运动，彻底的让台湾人整个觉醒。然后最后第三点要感谢中国啊，就是说中国搞出了武汉肺炎，把全世界搞成天翻地覆，弄出一个第三次世界大战。各位，我跟你说了，梅克尔要下台了啦，以后还德国早晚也要很清楚知道，现在全世界就是要面对中国要向他清算责任的时候了啦。所以我可以跟各位讲，有些时候有一半是自己努力，有一点自己努力，但是有非常多的幸运。对不对？国际政治上很多因素，所以说刚刚提到的时间上的不利之点，但是国际政治的发展事实上给我们带来一些缓，可以说是喘息跟缓冲了。所以台湾这几年趁这个点可以看跟中国完全一隔离，各位请赶快想办法找机会回到台湾来，无中国人的台湾，起来有够清气，有够水了啦，我袂骗你啊，真的是，哎呀，这个。那个以前台湾充满的那些人，对不对？现在没有，各位你知道山清水绿很漂亮啊，各位可以去日月潭了吗？赶快回祖国啊！日月潭可以去了，可以去了，日月潭没有这沦陷了。日月潭，上次我去日月潭的时候根本走不上去。所以我刚刚回来讲说那位朋友的一个问题，对我们来讲，很多时候跟时间有关，一个是时间，需要一个国家的一个。你可以说稳定的国族意识的形成真的是需要时间呐。那我们稍微有一点历史感来看，今年是2021年，文化协会在1921年成立，今年刚好100年。你用100年看，台湾人真的是追求了100年才追求出一个样子，对不对？而且还没有完成，而且很不幸的，我们100年的最后这一段刚好跟中国崛起的时间是重叠的嘛。所以我还要面临到新一波的考验嘛，哈。第一个是时间，第二个是国际政治的局势，有些时候并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但是我认为最近这，你可以说大概从习近平起来以后这几年当中，国际局势的发展对台湾是有利了。嗯哼。我认为说新冷战这个结构相当时间内不会变，已经开始稳定下来了哈。我们从没有看到一个崛起中的强国的外交官在全世界跟人家吵架的。哦，各位可以注意到这一点，那种战狼外自己完全不可置信无法理解的啊，对对对，一个，所以这说明什么东西，它还没有崛起就正在衰落了，全世界的围堵之势也已经形成了，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其实对台湾是有利的，所以我是说这是台湾是很多因素造成这个样子了，所以台湾也算有幸运。然后第三点是因为台湾人非常努力，我们非常努力把做一些好事情嘛，比如我们把民主体制维持得很好嘛，对不对？然后你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防疫做得那么好，对不对？现在台湾最近的所有的全世界各种排名都是名列前茅，现在你说台湾不是一个国家没有人会信嘛。这个东西也是一种 nation building 跟 state building， 我们正在进行。那我个人从这几个角度看是觉得说中国因素当然还是一个很大的考虑，但是我认为相对我是比较那个啦，比较乐观，因为整个的局势哈看起来对我们是相当有利了。当然不是，我希望大家乐观一点的哈，这样子爱怕变爱有耐心的哈。OK， 谢谢。然后我们当然也是，我们台湾有非常多努力，非常努力的。不管是用纪录片方式，用历史教育，然后用社会运动跟政治学的研究，大家一起非常都，我想大家都非常努力，包括我们今天在场的一些前辈们，我想这都是维系住我们台湾今天现在这样民主的体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因素。还有其他啊，加一句就好。
我加一句就好哈、嗯，我不是我没有要选举，所以我以下讲话大家不要担心哈，我不会选举，你是被给你丢票。我是被波及掉嘛，因为 Ray Wong 也在，我要特别强调一句话，嗯、我曾经讲过说台侨是独立之母了，嗯哼，所以我没有，我忘了跟你讲，就是因为我们台湾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海外台侨的共同体了、嗯，这个东西形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撑了、嗯，所以台湾在国际上到处都有人在替台湾讲话，有很多是我们台侨散开枝散叶在世界各地的台侨，在每个自己的寄居国在为自己的祖国讲话，嗯、在奔走。嗯啊、我把我们这个台，我们海外台湾人在战后几十年这个努力，事实上是台湾今天能够形成一个民主国家很重要的一个助力。我把这个故事呢、嗯、送给黄台仰啊，还有送给所有这些年轻的香港的流亡者啊，啊，你们就扮演了这个角色。嗯，嗯谢谢。我们现在还有其他人要发问吗？同学，你那边还有其他的题目吗？还是现场还有其他的人？直播间没有人提问了。OK， 现在要有人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或是想要分享一下？像那个燕琪有问题想跟老师们请教，那燕琪要不要直接跟、嗯、直接开麦光跟老师们说？哎，燕琪。喂，燕琪，你有开麦克风吗？哎，有，但是没有听到你的声音。那燕琪，你这边麦克风可能再试试看。哎，老师好，现在可以听到我讲话吗？可以，听到、哦。对，我是陆燕琪，然后我想请教一下张老师以及吴老师，就是说，台湾现在的就是学院里面。就是研究机构里面台湾史的研究的发展的情况怎么样？我意思是说，例如现在，因为我以前是读历史系的，曾经，那现在的台湾历史系的学生，他们选择专攻台湾史这块的学生有增加，明显增加的趋势吗？以及现在台湾做台湾史研究的年轻的学生或学者，他们主要专攻的方向是在哪个领域，或者是说在哪个年代？这里我蛮感兴趣的，谢谢老师。交给阿关了、啊、我先开始，我先说一些，然后等一下请瑞仁补充一下，因为瑞仁跟我都是台湾史研究所的同事，所以其实都很了解台湾史的现状。我想整体来讲，大概从1990年代以后到现在，曹老师他那一辈是台湾史研究的第一代，然后中间就中断了一段时间，然后再来的世代，就是曹老师之后再来世代，就是像我们现在台史所的所长徐雪姬老师，然后黄富山老师他们，但黄富山老师比徐雪姬老师又高一个世代，那这个世代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人出来，但是到了1990年代以后，也就是台湾史研究在学院开始体制化跟取得发言权之后，台湾史研究可以说在整个学术界在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当中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研究领域、研究范围，而且也有一批新世代的研究人力诞生，那而且这个是连续性的，开始针对台湾史的各种议题，包括政治、社会、经济各个面向、族群，都开始有各种人力都能够出来做各种研究。不过这是在研究的面向上来讲，可是在整个历史学界的权力结构上来讲，台湾史的学者在权力结构中还是偏于弱势跟边缘。也就是说如果就主导这个台湾历史学界的资源分配，像科技部或者是像这个计划的这种通过或者是核定啊等等的这一些所谓的权力的核心的人物呢，大部分都还是在中国史的这一块里面，台湾史在这里面基本上都还是属于比较后进的、比较边缘的、比较不是主流的这个学者。那如果就
这个研究议题或者是青年世代来讲，其实每一个世代都有很多的人进来。那研究的议题上呢，会因应的世代的变化，世代跟台湾社会本身的发展而不同。大概过去以来，日治时代是一个研究上的禁忌。那一方面是语言的问题，一方面是资料的问题。但是这些在台湾的那个数位化的这种发展以来，所有跟日本时代相关的资料库的建制，然后以及很多理论的引用，然后跟研究上的跨学科，比如说跟社会学、跟政治学等等这些不同领域的这样子的一个互动跟交流，那所以日治时代的研究可以说是目前台湾史研究当中的显学啦。好，然后但这个换句话说，任何一个研究之能够有发展，其实都会跟它的资料的建制，跟它资料的开放性，跟它跟学术界或跟国际或者是跟其他学科的互动交流的程度是有相关的。那所以像现在像那有瑞人在，那台湾政治史就开始会有一批人会因为受到瑞人的影响而开始有一些学生，然后开始针对政治思想或国家认同身份认同这些事情会开始投入研究。所以这其实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交错在当中。好，所以我只是初步先做这样的一个说明，然后瑞人你要不要补充看看。其实因为燕琪问的主要是这个历史系的哈，因为我虽然有去教书，我都不在历史系教书，所以哈，我都是在政治系或者是清华那个人社。各位，我现在在台北艺术大学教书，我是北艺大的那个讲座教授，我现在跟一群艺术界人士为伍这样，所以都对这个台湾史的教育都没有那个积极的贡献，这样的非常的抱歉这样哈。不过我的观察是其实年轻世代读台湾史的人不是那个，其实并没有那么，其实还蛮多的啦。我看到是一代一代，目前看起来哈，我在十几年前回来说，我们这一代被称为青壮代，经过十几年后，现在已经下一代出现了，也就是大约 early 40或者是 late 30，三十几岁到四十出头这一批。有一批他们已经出来，然后也开始进入学术体制里面，然后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个研究方向，所以 也已经看到正在形成这样，这个换句话说，一层一层的形成并没有真的断裂了哈，我有看到没有断裂。那但是比较大的问题是说你比方说师大也好，我们有很多台史所，但是问题是说毕业如果你不打算读博士的话，你只是读硕士，硕士读完之后你的未来的工作的那个，你到底在哪里可以靠台湾史吃饭，这个问题始终是一个问题了。所以说很多年轻朋友非常有潜力，写出很好的硕士论文，但是他不确定自己能够在这个领域里面找到工作，因为学术领域的工作是有限制的，它是一定的限制这样。所以说然后台湾的整体的文化的产业里面的台湾这一块已经有扩大，已经有比较多，但是没有那么，还是没有多到说可以吸收所有这些读台湾的人。台湾读研究台湾史的和台湾文化方面，在大概在90年代到2000年初期是几乎是一次黄金期，几乎像是一次社会运动跟文化运动一样。你到各个大学看什么台文所、台史所，整个形成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产业。这批学生后来成为学生运动里面一个很重要一个领域，也就是台湾意识本土运动一个很重要的一群生力军这样子。但是这几年来，他们有一些 decline， 原因跟我们整个台湾的文化产业体制跟教育体制里面不容易吸收这些人才有一些关系啦。所以这个部分恐怕需要要看看能不能再找到不管是透过民间或者是官方，可能要再帮他们找一些可能的机会这样子。其实现在年轻世代，现在台湾尤其是像这个现在把台湾史通俗化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的普遍。现在台湾有一批这个狂热于日治时期的台湾史的一些年轻人就是他们就是已经把它变成神话一样，然后刚刚就是说曹老师也好，或者李登辉他读的台北高校这种所谓日本统治时代的精英教育几乎变成神话一样，在很多年轻人当中还把它画成漫画。日本统治的黄金期就是1930年代
所谓的日本统治的四十年，台湾一切稳定，经济非常好，然后台湾也当然变得比较平等的那个年代，现在是很多年轻世代的乡愁，然后他们会非常喜欢，所以他们特别喜欢去台南了、啊，去林百货了，或者去看那些旧的日本建筑这些东西这样的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它其实普遍化、普及化这些所谓的普及台湾史的作品，真的是多得一塌糊涂，非常非常的多哈、但是。很可惜，很可能就是因为过去台湾史领域里面很多学生，他们没有继续去读博士的时候，他们可能进到这些不同的民间的文化产业去推销、去创造这些东西。现在很多写日本时代的那些哈高校或者是高等女校的那些，都是用漫画来画出来，所以看起来都跟日本的美少女没什么两样。现在已经它扩散，它整个的扩散普及化是非常普遍了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限度，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替这些想要读台湾史的年轻人找工作才行啊，对不对，阿宽？不过，对了，我如果一个学术太过通俗的话的话，的确是怎么样？但是我还是要替林百货讲一句话，林百货实在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这样。我也觉得很不错啊，没有错，很不错。对啊，对啊。所以我们身为台南人的话，还是捍卫一下林百货哈。然后前一阵看了台南的公会堂，真是太漂亮了。嗯嗯嗯，这太漂亮了，对。我们还可以讲很久，如果讲到台南的话，不过我想先，我们晚上我刚看到还有人提出问题哈，而且是蛮严肃的问题，应该是冠伟吧？是吗？下一个是冠伟吗？是冠伟提的问题。那冠伟自己再提好吗？好，就是现在我是冠伟，大家好，我其实在德国念台湾史。那我提了两个问题，我想就精简的问。第一个问题是，其实在就我所知，1920年代、30年代在海外的这个有主体意识的台湾人，其实跟当地的政治，尤其是自由派，甚至是跟这个所谓的左派有很密切的合作的倡议。那当然战后的这个历史，他也。不去赘述，但想说想请教老师说，在这样的历史脉络里面有没有什么就现今的我们是可以参考的。那第二个问题会是我们今天谈论的是曹永和老师，那刚刚像张老师也提到了这个大政治势能的概念，那想好奇的是说，在就以台湾来讲，在大政时期的这个知识人的这样的一个世代来讲，一个阶层一个世代来讲，说有没有一个所谓的隐藏对话，因为今天我们的题目是隐藏文本嘛，有没有这样一个隐藏对话的命题所在？这是我想提出两个问题，谢谢。有两位老师在微笑。不是啦，第一个问题我先回答好，就是关于这个。他的意思是说，在日本的大正民主时代，就是我们战前台湾人从事民主运动、社会运动或民主运动最蓬勃发展的年代，也就是文化协会、议会请愿运动这个年代，在1920年代，那个时候的台湾呢，在这个运动当中呢，很多是跟日本本地的进步派的知识分子或者政治人物有合作。所以我们当初在理论论述上呢，很多这些运动分子是留学生，他们受到了大正民主时代的很多进步派的日本知识分子在论述上的协助，从老师那边学到很多进步论述，再把它推到台湾的 case 里面来哈。另外，像他们在做议会请愿运动的时候，事实上他们是透过日本的比较进步派同情台湾的很多国会议员去提请愿案，所以才有办法在那个他们国会里面成案哈。所以，然后在台湾发生了几个很大的，比方说1924年的赤井事件哈，台湾人要推议会请愿，结果呢？搞一个组织，总督府把他取缔，说你是违法，这是一个违法组织，抓了很多人，然后在台湾引发了一次历史上第一次最大规模的现代司法审判。结果这次审判呢，就是日本的进步派的学者的律师，还有国会议员，特别跨海到台湾来帮他们做辩护，像青睐一郎等等这些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战前台湾。这个时候在推我们的，尤其是在大正时期在追求台湾人的自觉、自治、自我
决定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受到了日本帝国里面的进步知识分子很大的协助，之间有很紧密的一个合作关系这样子。那你的意思是说现在是不是还是怎么样？因为海外的情况比较复杂了，现在台湾现在那个我不晓得，比方说各位现在人在德国或者在欧洲的比较多的话，或者美国好了，现在这边最大的困难是美国或者欧洲讲的左派右派进步保守不一定直接可以符合我们台湾政治需求了，因为台湾面临的是一个地缘政治上跟中国之间的一个紧张关系，可是在西方的左派跟右派他们在思考中国问题的时候和思考他们内部政治问题，他们不会照台湾的需要去思考。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很多尤其像美国 Black Lives Matter 这个运动，他们事实上是反对那个 Donald Trump 去反中国，他们事实上还相对里面有很多是亲中，因为他们都是亚裔的哈。那我想欧洲左翼传统上是亲中的啦，所以说这里面也是一个为什么海外的台湾人有时候要跟这个西方左翼的那个团体来合作的时候常常会面临到一些困难哈。过去之前的话，台湾人因为是日本帝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跟日本帝国内部的进步派合作比较合理，因为我们的问题意识比较类似，有比较那个共通性。但是台湾人要是今天像比方说类似各位现在来到不管是北美还是欧洲读书，或者是移民，然后在这个地方生根落脚，然后想要利用欧洲在地的政治来协助台湾的时候，就会面临到欧洲内部的左右翼的分裂，还有他们对地缘政治的利益的考虑跟我们台湾并不必然一致的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这种人在台湾属于进步派，但是有时候我们到海外必须要跟比方说跟当地的那个保守派合作这里面没有公式可言了，所以说我想我不知道这个回答有没有那个回答对，但是我认为这中间没有公式，也就是说台湾你身处在世界几个不同的地方，你到底要跟哪些在地的知识分子社会运动团体或者是政治人物合作，然后你一定要看在地的情况，然后要经过一个转化过程这样子哈。你要以为说你在台湾你是属于进步派，你到日本，比方说到日本的进步派都亲中了，那怎么办？那日本侵台都是什么？都是我们很讨厌的种族主义者跟法西斯。所以以前王玉德教授在日本呢，他是一个进步派跟自由派的人，他想要跟日本的进步派合作，可是日本进步派全部亲中，结果他唯一同情在日台独运动的人是日本的右派。但是日本的右派在日本本地的知识圈里面的那个的名声不好，所以说那个王玉德教授讲了一句非常悲怆的话，为了台湾我不惜跟魔鬼握手了，各位知道意思吧？所以我不晓得你们在德国敢不敢跟 RFD 握手，我不敢，我想建议不要了，因为不是最近那个你们在那个你们已经修法律要去监听这个 RFD 嘛，但是这是一个比喻了。到底我们台湾在国际地缘政治上我们的位置，我们要追求自主，这样的一个目标跟你寄居国里面内部的政治之间要如何去寻找出一个 common ground， 这可能是每个地方都要做当地特定的思考才有办法得出来一个结论，没有办法用一个单一的一个公式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不过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刚刚那个瑞仁你讲到 common ground 的这个，就是说要怎么去找出这个 common ground， 这的确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我们未来应该海外台湾人要继续努力的一点，就像刚刚说的每一个国家都不一样，每一个国家的情势都不太一样。那像我们看到美国的话，我们有非常多的就说我支持台湾民主的人，支持台湾这些其实可以甚至可以说支持台湾进步议题的这些民主的人士，他们也在支持Trump 哦，可能就 Trump 的话，他本身的一些议题，其实跟台湾的一些议题其实是相违背的哈。但是就是说，还是有非常多人支持川普。那像在我们欧洲这边的话，其实
讲到 RFD， 就是那个RFD 另类德国另类党哈、哦，那其实这个政党的话，它就是非常的右翼嘛，哈、哦，就是非常有种族歧视，有任何的，就是非常右派的一个政党。其实这个讨论的确是有曾经有过这样子的讨论。如果他们支持台湾的时候，我们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合作、哦、这个问题的话，出现在任何的层次都有，民间跟其他的层次都有、哦、那像这样子的讨论的话，的确是我们应该要思考的，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话，我们要进行再进一步推行我们的改革运动，推行我们的政治运动，推行我们的台湾民主社会的运动。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去找出这一条道路，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的 common ground 在哪里，我们的共同价值在哪里，我们的最低底线合作的底线在哪里。不过我想今天这个当然不是今天的议题，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所有的海外的台湾人来思考这个问题。那我不知道刚刚这个问题有没有哪位老师要再补充一下，还是冠伟你自己，好，你的问题是不是已经被回答？还是你还有什么想要问的地方？没有，谢谢老师。我想说，老师补充一下刚才冠伟提的问题。其实因为我们在讲曹老师有表面的文本，有所谓隐藏的文本，或者、但是其实曹老师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温和，但我们还要考虑到，其实人在公领域跟私领域，他会有不同的表现。然后、他在公领域的时候，为了生存或为了跟人家相处，或为了一些什么样的原因，那他可能会、展现某一个面向。但他在私领域，这私领域不一定是在家庭啊，就像一开始那个佩芬有提到说，或者是那个导演有提到说老师他在某些政治上面比较不如何。可是那其实就好像我所研究的平埔族群，那他们对自己的身份，他们对自己族群的历史记忆也不太会跟自己的小孩讲，因为对他来讲，他在世代的变化过程中，他可能会希望保护他的下一个世代，不要谈某些东西对他们来讲比较安全。可是他可能会对同一个族群圈的人，或者是同样身份的人，他可能可以开放他自己的某一些比较内在的东西。所以 我想这里面还会涉及到他在什么样的场域当中他会出现什么样的面貌。好，所以 我觉得这个是刚才想我这也是要回来谈到曹老师的部分。那曹老师他并不是如大家所认为的那样子的温和的那么彻底，好，他其实是有他内在的一些不以为然的东西，只是他那个话他可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说，或什么样的对象他才会说而已。用非常技巧性的方式传递，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下一代，可以这样讲吧？或许是吧。刚刚好像瑞仁还有补充是吗？因为冠伟有提到所谓的是不是大正那群大正后期世代之间的对话，是不是好像提到这个？我想我提一点了啊，就是我刚刚那个立贵也提到，我们都有提到，就是李登辉曹永和在讲那些话的背景，那打破了几十年的沉默，然后突然间讲出台湾岛史，突然间讲出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是台湾历史的归趋，这种话以前他都不会讲了，你知道哈？历史学家跟政治学家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历史学家不大讲政治哈，是说真的，因为他们是很谨慎，对文本、对证据各方面非常谨慎，所以这学科的训练会有时候导致他的比较严谨。但是曹老师在90年代好像整个喷，好像火山爆发一样的，很多他的那些本土意识，还有台湾的民主政治、民主意识、自由的追求，这些所有的这些政治意识，好像这样整个爆发出来。这个时间点刚好是李登辉总统的时间点，你必须，我想，然后你可以把，然后你记得90年代中期的时候，李登辉跟那个彭敏敏在竞选总统之后，曾经有过一次两个人的对谈。我记得是在更新文教院，两个同世代的台湾最杰出的两个知识分子的对谈，那是一个我那时候人不在
台湾，但我有看到那个新闻。那你可以看到那一个整个世代，就是说日语世代，特别是受过比较完整的日式精英教育的那批世代，他们是很骄傲的一群人，他们有高等知识，他们有世界观，但他们在国民党统治下面被迫沉默，不敢讲话，他们压抑了几十年，到了1990年代整个爆发出来。所以如果冠伟在问说他们这一代的对话，我就告诉你90年代的民主化里面，你可以去注意到那些那一辈日语世代之间的人互相的对话是非常明显。所以李登辉为什么跟彭明敏竞选总统，但两个人不觉得是弯修郎呢？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李登辉跟那个彭明敏选总统的1995年那一次选的96年选总统，是你注意到后来那个彭明敏只拿了 25%， 李登辉拿了 50%。 后来呢，彭明敏他们非常高兴说，我跟李登辉加起来有 75%， 但台湾党绝大多数。嗯哼，各位知道我的意思吧，就是说那个时代他们有一些共享的价值了。他们在大概战争结束的时候，然后事实上已经形成一个简单讲，他们的整个的教育养成教育都完成了，他们有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后来在国民党的连续殖民底下被压抑下来，所以那个他们比大家都有隐藏文本，然后到了1990年代整个爆发出来就可以对话啊。然后对，我想这个可能那个有一个人类学家叫黄智慧啦，他曾经研究过，他说这个那些日语世代的在国民党统治底下，那些日语世代的人都无法发声，没办法讲话，失去了语言了。他把他们这个世代称为什么？称为一种叫 subaltern， 就是所谓的底层阶级，被剥一整个世代被剥夺了语言。他们明明受到那么好的教育，获得了很丰富的文化资本，却在国民党统治的前面的40年里面完全的沉默，然后变成被歧视的人，被自己的子女跟孙子孙女歧视的人，这样。他们到90年代整个爆发，所以我想建议说，或许这是一个思考方向。90年代的本土化的领导人、领航人是李登辉他们这个时代，就是大正民主、大正时代出生的这群台湾人哈。你看一下这个时代，那他们之间那个时代很多时候众声喧哗，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主调就是那个时代的台湾的同时代台湾人之间的对话，这样子啊。就史明还有李登辉还有曹永和其实都认识、啊、史明也是，对对对，史明 也跟、曹老师借了很多书，而且听说很多史料如果有问题的话都是跑去找曹老师这样子。主要是史明去跟曹永和老师借了那个伊能家举的台湾文化志的上册了，结果以后都借了以后就没有还了、哎嗯、曹老师说他都没有还这样子，对、啊、史明说他忘记了这样、哎嗯，好，我刚刚看到留言板上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哈，是凯杰对吗？对，是凯杰哈，你要不要自己问？好啊，也是念历史的哈，拜占庭历史。我离有点远，就是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若从浅文本的角度来看的话，曹永和老师选择荷兰时期做研究主题，是否和当时荷兰正处于80年独立战争末期有关，或者之类的，当时的社会风气相关，就是那个研究所处的时代点有相关的。嗯，曾老师跟吴老师两位，哪位先谈？先请阿关吧。啊，你觉得曾老师怎么讲？我觉得可能有偶然的因素，是因为他在图书馆里面发现了这一些文献，然后这些文献因为他其实，因为我们知道他虽然没有上过所谓的大学，但是他自己是自认为师承台北地大的传统的学术传统的、嗯、那所以他在台北地他在台湾，他在图书馆，台大的图书馆工作的时候，那他其实对地大时期的这个学术的传统跟，而且那时候有一个日籍老师叫桑田六郎还留在那个台湾大学里面，但他也去修他的课，然后修他的课当中，那他对这个所谓的东洋史学还有这个南洋史学的这个脉络就有某种程度的那样子的一个接触跟继承。
然后再加上他发现的那一批资料，那些批资料又是村上直次郎，那村上直次郎跟岩生成一他们都是一个德国史学家叫 List 的学生，所以他其实有一个学术上的脉络让他去处理了荷兰文献。我想跟那时候的荷兰当时的一个国际形势可能比较是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个 我自己初步的推测。那我补充一下，我基本上应该是赞成那个阿关詹淑娟老师的推测。原因是什么？几个原因，一个是我不认为说曹永和老师在那个时候的情境底下他有办法一下跳跃到那么大去思考当时那个就是说荷兰共和国的独立战争的那个问题跟他。我觉得那个时候是practically impossible， 因为那个是在极度恐怖的一个气氛底下所以我认为他应该，而且当时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认为在政治上跟心理上他不大容易在那个时候就走到那一步。第二个可能是更重要的因素，我认为说曹老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我称为实证史学家。实证历史学家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证据到哪里，史料在哪里，我就讲到哪里。所以我认为曹老师会走到那条路，很大部分跟当时台北地大留下来的那一批史料有很大的关系。那一批史料引导他走向什么呢？大家知道所谓那个南方的研究其实基本上就是大航海时代，所以说他等于是说走到那个阶段是那个史料引导他往那个方向走，在那个之前他并没有去预知最终他会走到什么地步这样子。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一个，他是一个非常正统，就这个意义而言他是一个很正统的实证史学家了，我是比较这样认为。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您提这个，你就是提这个题目非常有意义，因为呢2024年是不是是荷兰统治台湾的什么400年。对对对，事实上台湾，大家知道台湾现在这个有一些人在正在准备做各种各样的纪念嘛。那在魏德胜导演正在拍很大的那个台湾人的三部曲，就是要纪念那个年代。然后另外就是说齐美跟魏德胜在合作，他们要去纪念这个所谓400年。换句话说，台湾人第一个祖国荷兰。对，然后领有台湾400年。这里面呢，在这个时代，他们来邀请中研院跟他们合作的时候，我们讨论过程中就有纳入了我当时提出来的为什么我们这时候应该来纪念当时荷兰领有台湾400年。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当时的荷兰就是那个独立战争后的那个的一个，所以跟台湾现在的状况是非常可以呼应。那我的感觉，所以你刚刚就提这个问题我就很想笑。我的意思说这个是一个很当代的问题了，你懂我意思吧？那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当代的一个当代的那个 concern 把它放回到1950年代的曹永和的身上，我的意思是这样的，您知道我的意思吧。对，所以我的推测是应该是一个史料引导出来的一个偶然了这样子，但是后来得到了很大的很有意义的成果是真的这样子。因为它整个开创了海洋史观点的台湾，或者一般我们在80年代在讲叫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台湾史，这个是一个革命性的东西啦。因为我们习惯从中国史角度看，也就是从大陆帝国角度看这样，所以曹老师最初可能没有想那么多，但是最终他打开了一个巨大的一个 horizon 出来这样子。对，也许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再补充一下我们今天这场演讲是我们系列活动的第一场我们这一系列的活动也叫做台湾新坐标岛，对不起，台湾重定位岛屿新坐标。那我们的这个系列的一个隐藏的一个目的就是我觉得我们以前是从小的时候的教育是从中国史的角度来看台湾，我们过去从曹老师以来也大家也从台湾的角度来看台湾史。那我们应该在进一步发扬的其实就是从曹老师的一些文章跟论述来看的话，他其实还有一个更宏大的一个视野
就是把台湾放在世界史，放在历史的时间里面，放在地理的空间里面来看台湾。我觉得这是我们很希望在接下来在我们陆续推出的活动中继续跟海外所有的台湾人一起来探讨的一个方向。那2024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代，那我希望就是说我们大家从现在开始到这个年代，大家一起来关心，用一个尝试用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台湾的这个发展。我想这个也会帮助我们现在的运动，帮助我们现在怎么样去推展我们要推展的社会运动跟社会改革。我们办活动一定不是只是为了大家很高兴这样而已，我们一定有我们一个隐藏文本在后面，就是希望我们有一天可以去把台湾建设成一个我们大家觉得幸福的地方。好，除了保护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去建立一个我们觉得很幸福的一个国家。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人要发问？我想讲到这边的话，我刚好很想要分享一下我昨天看到的一段那个录影带。同学，你现在那边手上可以放这个录影带吗？哦，可以。这已经蛮红了，但是我现在想，也许就是在我们今天座谈到这个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等一下。应该不了，还没有办法吗？不是，稍等一下。不要有那种家丑不可外扬那种心态。我们不是怕外面知道，而是这个风气是对部队伤害太大。我倒不怕讲说，哎呀，上了报了难看了。我想这个难看比未来闹大了以后的难看，那要好得多。国防整个政策，我们不挑衅嘛，但我们绝对不逃避，不回避嘛。对，我们备战嘛，但我们不求战；但我们应战，我们不避战。这不会变的，身为军人，啊。在1995这个1996这个台海危机的时候，我正在国中，他们同学都知道啊，他爸是军人，就问他，哎，你爸怎么讲啊？如果一旦打起来又怎么样？我就回来就问我，我还讲说你是一个军人的儿子，一旦台湾发生战争，你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在家里等到老爸光荣归来，一个到战场上去唱老爸诗。我听了一个掉眼泪，他我懂了。这个影片的话，这个影片我这几天常常在这样就是在网络上被分享很多。那我今天为什么会特别把它提出来？因为我其实我自己看到的时候，我自己还觉得很感动哈。我很感动的地方是，我觉得说有人愿意这样子用他的性命来保护我的家、我的国家、我的生活方式、我的家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工作，我们每个人朝九晚五，我们上班的时候打开办公室，然后拿起笔来，然后下班了五点了，我们把笔放下，我们就下班就回家这样。可是有的人他工作是他是要冒他生命的危险，那他愿意冒生命危险来保护我们的国家，保护我们的家，保护我们的家人，保护我们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幸福的感觉。好，那呼应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讲的话，我觉得
台湾人或者说台湾岛史，台湾岛史的史观的提出，台湾从曹永和老师他们那个世代的人到今天的台湾人，其实台湾人的定义一直可以不同的被解释，但是像我看到这样子的录影带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们台湾人的定义已经非常自然的出来了，我们愿意一起为我们的土地努力，一起捍卫我们自己的家园，那愿意有一种同样的理念，我们可以分裂，但是我们可以分歧，但是没有分裂，那我们大家愿意一起来努力来经营这块土地，那这是我自己昨天看到，然后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点。那我也希望就是说，未来我们的台湾，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心态来继续来保护它，继续来建设它，让大家都觉得在台湾的生活是一个非常幸福的，然后是非常适合大家适情适性发展的一个家园。好，这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位来宾或者是哪位在座的朋友想要分享一些，我想继续开放给大家分享。好，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想今天时间，台湾的时间已经很晚了，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比我们的预计长了45分钟，非常谢谢三位老师没有露出倦容，然后依然非常神采奕的在现场啊，那今天也很感谢现场非常多的朋友在场，一起来参与我们这个座谈啊。那么我想今天时间很晚了，那我们就到此为止。然后我也预告一下，我们下个礼拜也是同一时间，还有另外一场台湾岛史30年，然后我们主要希望谈的是从曹老师提出这个台湾岛史的概念之后，在台湾这30年以来，台湾的史学上有什么发展，尤其从岛屿史观、海洋史观来看，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台湾就是这样整个的历史的发展，然后我们用什么样的角度可以来更深入的来探讨这个台湾的历史学的发展，也是讨论台湾社会的发展。那好，今天很高兴，谢谢大家。好，那对如果希望大家如果说觉得今天的活动很有意思的话，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脸书按赞，然后追踪我们的脸书，然后下个礼拜希望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继续看到大家。好，谢谢大家。OK， 谢谢大家。OK。好，谢谢，各位保重啊，各位保重。好，好，谢谢，老师，谢谢。好，大家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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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还有人要聊天的吗？对了。那哲林。